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减肥，应该不会吧？我就感觉刚才那个语气都想要说出来了，突然好几个。没有没有 ，OK， 开始了，喜形于色。对，然后本期特别开心，因为本期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大家都那个准时来了，特别好。要不要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先来，对，我是主持人修克罗。然后那个本期话题，我是觉得我人生中存在的太多遗憾，然后想跟大家分享，然后想就是缓解自己的一些曾经的阴影什么的。虽然我已经走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你能从过去的事中，其实你第一遍想、第二遍想，包括第 N 遍想，你能总结出来的人生经验和一些感悟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一聊。对，然后你吧，男生吧，啊，我先来啊，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介绍什么呢？就是你就你名字，对对对对，然后叫王怀聚。哦，为什么来过来聊天？对，这个因为我平时很少就是和陌生的人交流啊，平时我自己爱好就是周末就在家画画，也很少出来参加什么活动。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少，就是没有那么紧张，是吧？听着有点紧张。哎，插一句，你是东北人吗？哦，是啊。听出来了，哪里的？我是黑龙江。黑龙江啊，好 ，OK。对，然后就是平时和没关系，没关系。那个会员。啊，对对啊啊啊！没听清啊！然后这是拿铁，然后这是那个玫瑰，那个来着？有吗？Hello， 哎，那个那什么？对对对。没有，没关系，没关系。重新录一下，坐这边。你点的是那个玉云红，然后对，那是拿铁是吧？对对对，这个是我那个前两周报名的，然后但是因为人已经满了，然后那个，然后所以就邀请了这次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对对对。行，我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吧。没关系，无所谓。那我这个我们说走啊，这个也说走吧。因为你没有跟我这个说那个你确定要来，对对对。那咋着？没关系，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轻松而散漫的活动。那我们那个，既然你来了，你就可以要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让他讲。好，没关系，要不要自我介绍？我叫 Quality， 然后是北京人，然后目前在美国使馆。说一下爱好吗？可以啊，无所谓。平常喜欢爬山。哎，美国使馆在三里屯那边吗？在马桥。在马桥。Okay。 所以啊。去年这个时候爆炸的那个。爆炸了吗？对，去年有一个爆炸，有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都被政府给管控了，所以没有上新闻了？是吗？刚报完很快就对，而且外界知道的比我们还早，是吗？天哪 ！OK， 到谁了？我好，我叫天宇，然后怎么说，就想来参加这个活动日。哦，我是因为刚刚关注了这个综艺和这个。平台，然后觉得这个上面的活动都很有意思，然后也是觉得这种小范围的大家一起聊聊天的可能比较轻松，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对，所以就，而且这个话题其实也蛮感兴趣的，等于说这一年不能说遗憾，可能就是有好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可能也想听听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也聊一聊大家的小事情。特别棒，因为听到你的名字，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我住在那个团结湖那边。有个天宇菜市场，我以为你会说马天宇，我还会开心。后来那个菜市场换了个名字，对，所以现在不用担心那个菜市场跟你重名了。没关系，我还看到过天宇兽医。OK OK。更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适合拿出来好好谈。
的一个价值。那小佳那个我特别要说，也是那个之前报过我的活动，对，然后那个对，然后后来也是那个也是人满了，那个当时已经选好了嘛，然后后来但是我记得住，我记得住这个人，哎呦一看这个人之前报过，那就肯定就是再怎么也要选上，对不对？你这办了好多期了，对对对对，这是在 SoMeet 上，应该是我想一二三三个月，然后七月第六期吧，大概。我也是刚知道这个 SoMeet。是吧？嗯，我之前报活动从来没有被选上。是吗？我一直以为这个是骗人的。我资料不够完善，这个。所以这是你的第一次参加吗？对啊，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你参加。棒，你也是第一次。哦，太棒了，太棒了。OK， 下一个。好，我是佳木，然后我也是。刚碰到 SoMeet 这个、oh. 这个活动哈、啊，然后在里面搜，然后我比较喜欢插画类的这个活动哈、啊 或节目，比如我喜欢看圆桌派呀、啊，然后就是这些文化的人在一起聊。为什么参加呢？就是第一，我呢就是我说了比较喜欢参加插画类的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是一个从业将近十年的职场人士，然后我的职业是 HR， 在企业里面。所以就是我也到了一个就是认知也好，职业也好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会觉得，我想探索一下自己除了工作之外，还能有没有什么别的突破啊？就是对自己人生认知也好，边界的一个探索。嗯。啊，所以我最近会在参加各种各样的节目。节目是吧？上电视，上电视吗？没有，不是节目，就是活动。没关系。比如说我们职场类 HR 的这种讨论，还有这种，我也跟心理医生这样的、因为我个人可能因为我是水瓶座，就是我对这种人性，然后心灵的探索特别感兴趣，特别感兴趣。包括我看的电影，我是特别关注人性的电影，很吸引我，尤其是在我前几年的时间，这几年就因为看的少。这几年家里没电了，看不了电影。对对对，你说的对，就是没有电，所以呢，我就会参加周末呀，把时间空出来。因为你嘛，你知道职场人是996嘛，其实我虽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但其实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耗，就是耗电。那周末基本是在家睡觉，就是睡一天，吃一天，玩一天，最多跟朋友聊一聊。那我觉得，就是我已经有一点点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但是它是我赖以生存的基础，那我现在就是在想去探索一下未来有没有各种无限的可能性。太棒了，太棒了。因为我要特别说一下，我在特别开心的时候，很放松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吐槽别人。大家不要介意，大家不要介意。吐槽我是吧？大家不要介意的。然后其实那个，要不我先说吧。然后为什么我想到这活动？其实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腼腆、特别内向的人嘛。然后所以就是看不出来。但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小时候特别不善于说话，然后所以就因此留下了很多遗憾。就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小时候我妈是一个，我现在我妈也是老师啊，不是小时候，我妈是个老师嘛。然后她有一次就经常就是带我去他们学校嘛，就是可能，然后但是学校他们老师关系也不错，然后也当时那个我们一起的老师也有很多小孩，然后我们就有很多小朋友嘛，可能暑假的时候，然后有别的老师就想带我们这些小朋友去后操场的小卖部，那小卖部特别小，一个小窗口露出来了。然后学校那个也很破嘛，就是一个小卖部。然后有别的老师带我们去那个后操场小卖部，要买零食吃，就请客嘛，请大家。那个男老师他很喜欢小孩，然后带我们去。但是其他小朋友呢，就很主动的说，哎，我要吃，然后我好想吃，然后带我去，然后就很想要嘛。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敢表达，我就是那个老师问我要不要吃的时候，我也不说话，我也不说，但是我内心非常想吃，非常想吃零食，对吧？非常想去让他给我买，但我不善于表达，我就不好意思，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不敢，但肯定不是不爱吃，肯定是想要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就没有跟大家一起去后操场小卖部去吃。所以我觉得，哎，因为当时我这个事儿表现我真的是很腼腆嘛，然后后来就是。而且我这么做了之后，就是，那些老师、那些大人，他们也没有表示说这个孩子，哎，他这个就是说很成熟，或者说那个不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他们反而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觉得小孩就是要东西是很正常的嘛，对吧？那我也认为是很正常，但是我自己就是不会表现，那他们那些老师反而就是觉得
就是对我进行有第二次评判，就是说他们觉得你这个小孩好怪，所以我既没有得到想吃的零食，又落下一个很怪的一个名号，所以我觉得太亏了自己，我长大回想起来太亏了，对吧？你说我要是比如说像孔融让梨似的，对吧，留下一个什么典故说，哎，这个人不爱那个不找零食吃，就这个人高尚伟大也行啊，名号也没有留下好的名号，然后还没得到实惠，我觉得这个太遗憾了，这个让我觉得很遗憾。都不让吗？不用吐槽我，听不自禁那种。所以我觉得你们会怎么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你算比较敏感的人。想的就因为一件零食会想到这么多的。对，你过这么久还能想得起来。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对小时候那些事情我记忆都特别清楚，就是开心难过悲伤我都记得特别牢，记得特别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那种不是记忆力很差，但是就是忘性很大的人，就是总会忘掉很多事情，然后可能就是比如遇到某件事的时候，想哦，我之前好像有这样的经历，然后怎么样的时候，然后有的时候就好像还是没有做好，老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也不是说自己是一个不会反思的人吧，反正就是还是很难说去记住，我也其实很怕就去遗忘，不是特别会记住。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活动很好。哎，所以你们是很善于表达自己，比如说小时候想要什么东西嘛，从小就会很善于表达，我就要这个，就要这个玩具，或者就要吃这个。非常普遍，对，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的。哎，普遍吗？我觉得我也是。讲讲。我记性不太好，但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是想要东西会自己去要了。因为以前小时候反而不会，因为想的比较多吧，又想标新自己，这个老师我是乖孩子，我不需要这些。可是自己一方面自己又很有些东西，家长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这个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发现没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哎，所以它其实是不是有一个就是脱敏的一个过程，就是小时候是这个在关乎于成熟度吧，对好东西不是很 care 的。我说不说，我说了可能就有，我不说反正一定是没有，那我还不如说一下。不说肯定没有。对、啊、说了说 不一定有。对，但也可能有。所以你们那个小佳小时候是一个主动表达的人吗？是，我因为听完你那个故事以后，我就瞬间想起了这几个年印象很深刻的片段。我会觉得感觉小孩子，特别是咱们现在生长这种传统教育之中，小孩子他就会经常会问一个思想，就是说你要做一个乖孩子，乖孩子怎么样？第一是要一个很聪明的父母。就是其实本质就是服从嘛，就是家长说什么。你一定要去顺着他，或者你一定要去，揣摩到他们的心思，然后做他们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所以，比如说，每次去书店，小时候的时候，我不会拿自己真正想看的书，我会拿那种对家长看到我拿的这个书，他会很开心去拿的那些书。还有书，就是之前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片段，就是我妈妈带我去一个商店，然后我想买那块手表，她想让我买那个闹钟，然后结果那好像是我。仅有的一两次吧，我没有去听他的，我买自己想买的一个手表。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小时候就只有那一个晚上，我妈妈去我姥姥那个医院去陪我姥姥，她没有在家，然后我就哭醒，然后我就跟着我奶奶，我完全就已经被那种羞愧感包围，我就哭着说我不要那个手表了，我要那个闹钟。当时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天大的错事，所以我就觉得长大以后在想这些事情，就是会觉得其实传统教育里面，特别是对小孩子的那种教育里面，它是需要有一些修正的，因为它的第一要义是服从，它并没有是让小孩子服从自己的内心，它是让小孩子去服从你父母的那种内心。我觉得这是有点有问题的。哦，你说的太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当时那个羞愧那个感觉，是你觉得就是你把两件事情建立了错误的因果关系吗？就是你的那个想要什么东西导致了你奶奶的那个？不是，就是当天晚上正好我妈妈去陪我姥姥，对，然后我就本来就是在没有妈妈在的时候，我就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就会一下子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
不乖的小孩，然后我就立马就会反映到这个很大的这个挫折，所以这个就能发现，就是当时那个我的潜意识里面，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错事，嗯，对，我是需要去承认这个错误的，对，所以其实现在想起来都挺后怕的。对，我觉得那你其实是一个很敏感、很细腻，因为其实你那个事情并没有造成任何后果，对吧？但是当时会觉得造成很大后果，对，因为就感觉好像自己没有做到他们期望的那个样子。那后来你的妈妈就是有跟你，就是当时就是你买完手表之后，你的妈妈就是你能看出明显看出她不开心吗？对，她当时就一直说啊，你买一个闹钟嘛，那闹钟做好，然后就我就买了那个手表，她没有表现出开心，所以我就会立马就会觉得是我这个行为造成了她的没有那么开心。哦，那你是一个很在意别人感受，就是很懂得体贴别人的一个这样状态。小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讨好型人格，这不是很体贴的那个。体贴是一个好词儿，我觉得。啊，就是蒋方舟之前说过的那个嘛，对吧？就讨好型人格。对。哇，我觉得那这个还是一个蛮，就是给自己很大的，我觉得不利的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女孩子小时候这样挺多的吧？是吗？应该会很。对，我不太懂女孩子。是吗？包括讲就说的讨好型人格，其实看他圆桌派和主的那一期，就会讲到，其实一看到这个事情的 A 面，其实也看到了事情的负 A 面，那他其实是不喜欢这个讨好型人格，是有点反抗的，但是他这个性格是不能在学业当中，从小时候家庭环境原生家庭对他的影响，因为小时候你的心理的机制没有那么健全，全都是父母带给你的。包括你说的那个，我觉得，不光是你在小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现在成年人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事，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内疚，就是人是能量体，你向外伸展能量没有被连接的时候，会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对外因为没有得到连接，就会变成黑色能量体，黑色能量是带有攻击性的，那你去对外攻击的时候就是攻击别人，你不会对外攻击，你对内攻击的时候就攻击自己，就内疚啊，就害怕啊，就悔恨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每个人独特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正常的，就是，也不能叫蛮正常的，蛮普遍的，就是因为这个环境决定了很多人可能都会受到同样的一种不利的一个成长局面。对，就你看中国式家庭的父母的教育方式和西方其实不一样。西方可能就是放养，就让孩子自立自治，那中国可能就是都是在父母掌控当中，就是他律他治。那小佳这个事儿让我想到，就是现在，就是可能成年之后也有一个状态，就是比如说，假如说我跟一个女生约会，有可能比如说我会点一些，让她看起来觉得我这个人很文艺、很高端的一些菜，并不是我真正想吃的。其实想吃路边上的撸串。对对对，就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不敢做自己。对，就不敢做自己，就会为了让他人看起来，就是让他觉得，哎，这个人不错，这个样子，对。那你后来是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再那个样子了呢？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对我刺激最大的一个就是这次辞职。就是当我跟他们说要辞掉这份工作，要去考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就因为我从小，那就是他们是你家人。我从小到大，他们就是都是很捧着的那种，就是，但是就我这么多年，我从来都没有听过他们说出那种很打击的话，但这次就全说出来了，就什么你太不孝了，然后太。然后你不要觉得你有之前考了一个什么之类的很厉害，说其实你怎么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哦，这个特别惊讶，就因为就每天陪伴在我身边的父母，我没有想到他们会有这么一面，然后后来就去研究这个事情，我就觉得为什么你在你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选择会让家庭的里面的父母会觉得这个要跟孝顺相挂钩，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我去上知乎搜嘛，就是你是不是有父母
这个不同意你的决定呀，怎么办？很多人都有过这种问题，太多了，那个问题都已经热门问题了，就比如说选志愿，然后我们一定要让你选这个，他只是可能下楼遛弯儿听那个大爷大妈说了一句啊这个专业好，然后他就一定要让你选这个，就好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家长就是会把，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孩子都很听他的话，突然一下这个事情啊，会不听话，他就会觉得啊，怎么会突然就叛逆了？他们会把这两者特别不对等的去画了一个等号。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你思想是有问题。像那本书变成了禁书了，是我们巨婴国。这里面会找什么？什么巨婴国？巨婴国，对，虽然我也没看过，但我知道它很有名。对，它已经成禁书了。为什么？那你可以想它，就是它在解构中国的校园文化。哦。它非常的排斥这个文化。以前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课题，但我是经过这个事儿以后，我发现，我原来大家都面临了这个事儿，而且这个事儿真的很，就你以为你离这个问题很远，但其实它就近在你身旁的人，没有冲突，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就是那个小佳的父母，就是他觉得定义的孝顺，我觉得是错误的孝顺，就是真的你可以，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并不知道拿什么理由来反驳你，所以就搬出了孝顺这个大旗。对，我可以想到我以前就是一个事儿，类似就是我在高三毕业之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想就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嘛，然后那个我家里人就觉得哇这么危险，一个就我一个男孩子就长得这么高大，然后他们还觉得很危险，我觉得不可思议这个事情，然后我说我想去那个云南或去哪儿，然后他们说啊里面毒品啊什么的。对，怎么吓人？对，我想去哪儿，他们都不答应。但后来我觉得，就是，我上大学之后，他们管不了我了，对吧？然后我就随便，就是有假期我就去嘛，然后去了全国，然后反正一个人去穷游很多地方。就是我觉得是，我跟我的家长来说，我觉得是有一个不断的就是让他们脱敏的一个过程，就可能没到像。像小佳就是在这样，就是在辞职之后，就是他们才开始看到他们那一面。可能我在那个高中时候，或者是大学时候就不断的跟刺激他们，我就说我要做什么事儿，我要做什么事儿，然后说不用你管，不用你管。对，所以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就渐渐的也就放松了。对，对，然后但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毕业的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内，然后他们那个。我妈就是有时候还经常就是比如说还把吉林省就我吉林的人嘛，或者说我家那边就是公务员招聘的信息发给我，就是旁敲侧击，他们不会主动跟你讲说哎回来考公务员吧，哎他们说哎今年吉林省那个公务员报考了。我觉得很好笑，他们想让我去回去考公务员，但是他们又不敢，就他们觉得我已经那个，他们就觉得如果正面刺激我会反抗，我会很激烈反抗，我可能比你反抗要激烈的多。对，所以就是让他们变得就是改了过来。对，我父母也多次让我回去考公务员。我妈也。东北都是这样的吗？难道？一块都喜欢让孩子。对。真是铁三。对。那你他们是一个很激烈的，还是说就温和的建议？嗯，挺温和的吧。后来被我说服了。嗯，可以可以。他们之前以为我做的工作其实是不务正业的嘛。嗯。他们也不懂。本来我，然后要开始我讲了啊，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很自由，怎么突然就开始了呢？我们很自由啊。本来就是我上大学学的专业就是父母让我学的嘛，计算机什么的。嗯。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然后我到大三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更喜欢我的这个专业。嗯。然后我就自己跑北京来学画画，画那个东西嘛。然后他们就不太懂我来这儿干嘛？我学的东西是不是骗人的？画画骗人？咋骗？因为我那会儿学的是在电脑上画画的，是叫原画，然后是做游戏的。哦，我知道。我妈是老师，她觉得做游戏是坑孩子的，因为特别学生经常会逃课去网吧那种东西。然后我当时，因为我自己在北京，他们也管不到嘛。嗯。然后我就说。我肯定不会从事计算机这个行业，什么程序员不考过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你给我一次机会，然后让我自己试一下，然后不行我就回去考公务员，因为他们之前总说那个公务员怎么都铁饭碗都好。对对对。然后女孩子都喜欢。然后
然后我就说，然后让我自己试一次吧，然后如果不行我就回去考公务员，然后结果我还是最后留在了北京，就是做设计师，游戏行业嘛，设计师，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们现在也不让我回去考公务员，说还会跟别家长说，我孩子在北京什么做什么动画，其实我做的并不是动画，他们脑海里只有动画片这个东西。然后现在就是一直做到现在。对，我遗憾的事情可能就是当时没有选自己喜欢的艺术专业吧。就是在报志愿的时候。你知道你喜欢这个。我当时挺喜欢的，就高中的时候已经流露出来对这个对喜欢画画，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只是当时有考虑过把它作为专业，有考虑过，但是那会儿那是几年前了，然后都说什么学计算机啊，以后计算机的时代乱七八糟的，确实是，但是主要艺术生就是感觉是高考另一条路，对，都以为就是感觉是成绩不好。大家觉得就是学艺术、学设计、动画这些，就是就业来讲可能会不是那么好，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对，其实就业很广，很好很好，对。反正也没什么太大遗憾，最终我还是走上了这条路。对，你现在可以跟那个爸妈说，北京的姑娘都喜欢搞艺术的，搞设计的，他会嗤之以鼻。OK。你要说说自己的有什么遗憾吗？遗憾，我怎么说呢？就刚我不是就说嘛，我说可能不是说我的遗憾，就像大家，就像尤其是刚才说的，可能从小就能知道自己的喜好或者说目标什么。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就比较多面，就是就尤其毕业一年之后，可能也没太真正明确自己的那个。可以说就业方向是什么吧，尤其是刚刚听到有一位 HR 在这儿说，感觉答疑解惑的感觉。对，我的遗憾在于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也是爸妈不是很支持我在这一块儿，但我是。你老家哪里的？我是北京的。你怎么还不支持你在？他不是那个让我考公务员，对，不太支持我来互联网这一块，尤其是那个我当时，我尤其是后来我又那个今年又换了工作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我就特别不稳妥、不稳定，尤其我妈就觉得就别像我爸似的，因为我爸之前也是老容易经常换工作那种，我就特别怕我那种不稳定。然后后来那个，然后我的遗憾就是在于，就是不是说遗憾，就是我现在在想，其实就是每一个就是不同的选择都能达成不一样的结果嘛，就是不知道最终这些方向能不能最终做到殊途同归的那种感觉。对，因为现在就是原来我是360的嘛，然后在今年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大型的那种网安全的会议，然后可能其他的时候，其实尤其我这种高入职的岗位接触不到特别重的工作或者怎么样，可能都比较碎，但每年在这个大会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平台让你去发挥自己的能力，释放自己的能量那种感觉。对，就大家一起特别紧张那种工作，我是非常喜欢，因为我是一个摩羯座，就有点工作狂那种感觉。对，我很喜欢那样的状态。所以今年就其实，反正这段时间就稍微有一点闲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今天刚好也在跟前同事去吃饭嘛，对，然后就跟他们说，就是也还很怀念那种感觉。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也许我再坚持一下，是不是，就是在这个行当再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达到我想要那种职业成就？对，因为说实话，其实，因为我现在我是，怎么说？我不是说不明确自己喜欢什么，就是我还是挺喜欢市场这一条路。但是市场有很多不一样的，可能面对不一样的客户，也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那种的。就是原来是比较 to B 一些的，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销售一些那种东西。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没别的想法，就是想在这个行当里面尽快的提升，但是不知道就是这条路或者跟我之前的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其实你是很怀念那种就是大家一起战斗为了一个什么巨大的事项，然后你可能就是怀疑，就是说如果我每年12个月都很平淡，没有那么一个重大的节点的话，我的提升会不会慢？也不是，是因为就是，现在我不是说现在不忙，现在也挺忙，就是我现在在创业，我跟我朋友的那个创业。这段让你领导听到。
对，然后就是也挺忙的，就是但是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嗯嗯，我觉得现在烤箱是我喜欢的，但是原来我觉得能给给我的成长也很多，而且就是确实是公司大平台好，可能就业的发展会更好。 嗯， 嗯，就这种感觉。嗯，对。那我理解的话，其实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就是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对吧？嗯，其实这么说，对，你还没有到取得成果的阶段。其实总结来一句就是，职场小白的迷茫。哦、对，因为这工作他还是工作年限太长了，一年96的我是。就看得出来，对，感觉就是对未来就是充满各种期待，嗯、然后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就不像我，我现在感觉已经没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了。就经历点挫折就好。他现在可能就没有经历过挫折，对吧？嗯，还好，好像因为我是比较乐观、特别乐观那种人，一开始就感觉不到什么，而且就像刚刚他说的那样的，我从小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说我不是那种特别善于去争取的，就是可能也是一步一步走，但我是特别懂得拒绝的人，就我拒绝，对。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就是肯定不要。所以就是从小我爸妈就不是特别能管我，自诩一直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野蛮生长的那种人。对，所以可能说遗憾那件事就是没什么，我不会说有太大的遗憾或者后悔，因为我都不太后悔。就觉得都是自己做的决定，走下去就所以就说嘛，其实我觉得无论哪一条路，所以都是。能殊途同归，就是成就自己那种感觉。哎，我有一个就很俗的问题，就假如说，因为但是我觉得这问题特别适合你，就是假如说不考虑经济还有什么家人的因素，就是放开了想，你会想这辈子做什么工作？其实好像就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爸妈是真的很想我考公务员，也是今天没事就给我发两条公务员的招聘广告。然后我妈没事，我妈现在就是更年期嘛，天天唠叨我，然后就是也比较烦。那天我看一段子，我就是说我妈特合适，因为我妈山东的嘛。她说，就是在山东人心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他两个是不考公务员和不结婚的。然后天天我妈就是给我，要不然就给我说。就是要给我介绍相亲，然后要不然就是给我发公务员招聘广告。我说妈，我才23，你想干什么？就这样，我妈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中老年焦虑。他这想的也对，因为公务员你要是必须要进去早，然后才能升迁快嘛。还有你升到各种职级都有一个年龄限制，比如说40岁之前要升到多少才能有下一步的机会嘛，对吧？都是这样的。但我是完全不想。对，而且说实话，我的高中朋友们确实走的都是非常稳定的路线，要么就是公务员，要么就是银行什么的。对，然后我妈就是老说我，对，天天不知道我在拼什么。其实也不是说想赚多。多少钱或者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行当里感觉很开心，在那个行当里感觉很无聊。就是这样。我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因为我感觉我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是让自己开心去。对，其实但是真的我也在反思这一点，因为感觉可能这样自己会比较坚韧。那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你的家人在你做决定的时候没有给你很大的阻力吗？有啊，因为我说了，我从小就特别会拒绝。我甚至说我3岁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妈给我选一件衣服的时候，我都会跟她拒绝。哇，这可以，这可以。对，我妈说打小我就不像个就是普通姑娘，就这样。这可以，就是我们这总结出了一个道理，就是要想没有遗憾，就懂得拒绝，对吧？对，就是特别好，特别好。但也不能说没有遗憾，因为你就像说你不一样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你不知道那条路会不会是一条捷径，可能这样说会就比较贴切一点。哎，佳木。你叫佳木对吧？哎，我想到这个名字就是特别像广东人，特别像广东人。广东人喜欢叫什么佳什么吗？就是一些，而且是个很男生的名字，我觉得。是吗？最近在叫这个。哦。是有什么？最近才叫这个名字。对，新年吧，前年底。可以。特别差。好。我去年底去那个香港的先跨年的时候抽了一支下下签。上半年简直就是糟透了。然后我就想改一点运，然后找了一家帮我改的。可以，这个名字很好。那你改完有什么改观吗？对啊，有变化。变化。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就觉得我自己以前我是不喜欢这种，就是社交。封建啊！我以为你要是封建迷信，我以为你要说封建迷信。对。啊。本科学生学。我喜欢，我不是不喜
不相信，嗯，我也不相信，占星啊，算命啊，但是我就是看96年的，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女孩子，我比她大10岁，这很正常。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生活、工作、对生活有不同的感悟吧，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就是你重新去思考的时候，你的思想。今年我就特别神奇的，就是对这种玄学的东西很感兴趣。然后就占星，我认识了一个占星师，聊，我就觉得说的很多东西都特别对啊，特别就他在回复说我以前的那个情况的时候就很准，这样一种。你要说我自己的遗憾呢，就是我是觉得你刚才不是问我发生什么变化，对，密集的就是这些变化，我今年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非常理性，非常职业，非常追求工作的，因为我们HR还相对来说专业比较专业了，我就追求专业，追求职业，专求我职场的晋升，然后在里面去厮杀之类的，厮杀，真的想不到。然后就，尤其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越稳定从心。但我没有很往上了啊，就在家年龄就已经很。现在只是总监级别而已。没有到，就是因为这个专业性，他不会去那样去分。然后我现在就今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开始去相信生活中还有其他东西。除了工作还有其他东西。对，我那天我就说，因为我昨天晚上是本来跟我朋友一块约去那个去喝点酒，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就是我这边就是临时有点事耽搁了，然后我说要不你干点别的，然后我就给他说，就是翻了一下附近有什么可以娱乐的，我就给他接这张图，我就天哪，生活真是多姿多彩，太多了，太多了，是吧？是吧？对，就是你去发掘的时候，你觉得世界是。对，在我之前没有的时候，我也不愿意周末，因为我觉得我周末有段时间回家睡觉，就是回血，就是说一些也没有用嘛，然后对你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年之后就发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变化，那为什么又说到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活动，我就觉得我的一个唯一的遗憾就是我应该更早的去明白这个道理，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甚至帮助我去很好的经营自己的感情，我现在回顾之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还单身，就是这个对于一个33岁的女性来说，就是稍微有一点，我不是接受这样的状态，但我也慢慢学会接受。那我的遗憾就是，我当年在我这个最青春靓丽的时候，没有去找一个感情去好好的经营。我觉得那个时候不需要。我把这个遗憾可以就是，我现在觉得不需要。对，是吧？就是我把遗憾还小。定义为两种哈，就是定义为两种遗憾。第一种遗憾就是说，你过去是觉得自己过得不好，然后很痛苦，或者是什么觉得不满意、不满足，然后产生的遗憾。另一种遗憾是你在当时你在过去感觉还好还不错，没什么不对的，但只不过现在回头看来，当时有一些事情你没去做。你是哪种？第二种，对吧？我觉得还好，因为你当时很隐醉，就是当时隐醉，你当时做的事情，就你当时很开心嘛。对，当时我觉得很工作狂啊，就是我所有的一些出发点，你说你摩羯座就很想这个工作带来那种，我不是一个工作狂，我可能也不会想着想什么工作带给我的，只是我觉得我要去更好的生活，我要提高我各方面的这个水平，我需要努力的工作，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通道和工具而已。所以就是当时我没有从精神上 enjoy， 但是我是很投入的。我有一个跟你类似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在大学其实没有谈恋爱，然后所以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是那是一段可以谈恋爱的一段时间，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整天我是去图书馆看书，然后我整天是就除了上课，我都去基本在图书馆了，然后剩下时间就是可能去外面玩去旅行什么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不觉得那个想找一个女朋友或者怎么样，或者想谈恋爱，我觉得看书挺好的，让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看不完，其实你知道，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就是还是很受那个义务教育迫害，就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可以阅读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上学时间你有大把的时间是浪费掉的，去做那些没有用的题，
所以我去大学之后，我是觉得哇，世界上太多好看的小说，然后杂文可以看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已经让我非常开心，让我非常很充实了，我就没有想别的。但是你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有喜欢的女生，但是我只不过就是暗恋嘛，就是没有，我觉得那不管在一起也无所谓，我也没有想要去表达或者怎么样，对，就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努力。但后来我想想，假如我重新来的话，我能不能同时兼顾呢？对吧？但是我想一下，很难，因为时间它是没办法分成两半更多的。暗恋也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对，也很美好。你可以跟他一起看书。所以我后来就也觉得就还好，就没有说，因为那个人过得也很充实，所以没有什么就很让我觉得遗憾的事情。对，但是更早一些，再往回溯，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到高三的时候，我才那个有一个很暧昧的感情，对。但其实，因为我之前其实刚才跟大家说，我是一个很不善于表达的人，就是其实我也很喜欢一些女同学，对吧？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学生时代的恋爱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就是日久生情。我是个人偏见，我只认为就是你们生活在一个班级久了，就是会产生会喜欢。这个女生假如说她同样的漂亮，然后只不过大街上向你走来，你根本不会在意她。嗯，但只不过你们在一个班级里相处久了，就你会觉得她哎真好，就我觉得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很喜欢一些女同学，但是也没有会一些当然是一些对吧？当然是一些，然后但是没有很，就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缺失的是什么，没有人教给我如何表达喜欢和爱。就我爸妈他们不会教给我这些，然后他们两个在生活中也不是很浪漫的人，就他们也两个也是很平实的人，就他们就是在行为上没有教给我言传身教，同时在语言上在他们也没告诉我孩子，哎，假如你喜欢一个人，你应该这样做，没有，从来没有这个，我觉得是有时候他巴不得你不喜欢他。对，所以说，但是我觉得这是回到我们那个中国教育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很缺失的，因为他们之间也没有会说我爱你啊，或者给你一个拥抱，对，他们之间也不懂，然后他们也不觉得这是你孩子成长时候应该学会必须的，他们只会说，比如说他们觉得一个东西是必须，那个东西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见到叔叔阿姨要问好，这个他们会更多的教你如何面对成人世界，过年的时候如何那个拜年这些东西，他不会告诉你如何在意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然后再往后面一讲，所以我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学文科嘛，我们文快跟那个高二的文快，然后打过一场篮球赛，友谊赛嘛。然后那个时候班主任是那个就是想让我们放松一下嘛，然后那场比赛我打得特别好。打特别好之后，然后我就收到了高二女生的一个情书，我特别开心。被你妈发现了吗？没有。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知道如何表达，如何接受，所以后来也没有在一起，没有继续发展这个样子。对，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是完全属于一个懵的状态，因为我那个时候以前从来没有收到过情书，然后但是起来了，但是那是第一次，然后有女生向我主动表达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我其实从来就没有经验嘛，没有经验，所以你就不知道如何处理，然后我也不知道如何该回应，所以就没有继续下去。那现在我想起来非常遗憾，因为我觉得那段是高三那段时间，我完全是可以很自由自在的掌控，因为我学习还不错，我应该可以很自由很轻松的掌控我的学习时间还有休闲时间，但只不过那段时间就是我就是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丧失了一段就是哎一个初恋的机会，对吧？我觉得是蛮遗憾的一个事情。那请问你现在和那女生还有联系吗？当然没有联系，当然就但是篮球赛之后就没有联系了，对，肯定是没有联系。对，如果有的话，那肯定我现在肯定会，我说会找他嘛，对不对？那也不一定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遗憾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掌握的就是知识经验还有这个太少了，我们缺乏就是与世界产生联系这样一个东西，都被父母掐灭了。其实对，因为有一句话就说，因为青春太美好了，所以就你无论怎么过都是会有遗憾的，所以只能是说用它来换取你认为值得的东西。所以我在听到你说那个大学就是没有去谈恋爱、看书的时候，其实就我那健身教练之前跟我说一句话，就因为我没有办法做到节食，就如果我节食的话，我会特别
的痛苦。然后他说，就是说一句话，说你不能什么都想要，你又想要好身材，你又想吃得好，你又想要自己玩得好，说不能什么都想，你就自己去换取你认为值得的东西。所以其实我就觉得，那个之前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其实就是恰好那段时间造就了现在的你，也是那个时候你看大学的时候看那么多书，造就了现在的你。不能说到现在你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状态了，你再去翻回去想，哦，我还能有什么？哎，对，是的，特别好。这有点像那个，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电影或动画片里面一个主角，他一开始一定不是那个最强的人，他一定要不断的升级打怪，不断的增强自己的能力，才有意思。如果一开始就无敌了，那就不用看了，对吧？不用看了。对。哎，那小佳讲到你刚才说到你的那个健身，就是你其实就是说你放弃不了，就是那个美食嘛。对，就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放弃不了。然后那个，那还有什么遗憾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不是说自己身上的遗憾了，就是因为我从小跟我奶奶、我爸、我妈一块儿成长起来，然后到我大四的时候，我在学校住了一年，就基本也就不怎么回家了，然后就一直在考研嘛。然后当时就是在我考研成绩出来的前12天，我奶奶毫无预兆的就自己，就是因为她不跟我们一块住，她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就去世了，在家里面去世了。然后当时她去世完了以后，12天之后，然后我考研成绩下来就是出奇的分数特别高，然后我就一切之后就巨顺利，就完全都有很多东西得到的时候根本就想不到的那种，就是考完研以后，然后又去做了一个就是薪资很高的兼职，然后那个时候就全家处于一个什么状态里面呢？就是大家好像表面上都特别开心，但是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有一句话，就是如果奶奶在的时候就在的话就好了，但谁也不说出来。所以就经过我奶奶去世这件事以后，我就变得特别的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会各种的疯狂的要带我爸妈去旅游，然后我爸就是老说那个没什么时间出去啊什么的，我们俩就总是会因为这个吵架，就是因为我就会这个事给我特别大的刺激，我就会觉得如果你不珍惜你现在身边的人的话，可能无论你以后就是怎么样的话，可能他们突然一下离开了，你做的一切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所以我这个真的是我最大的遗憾，也是有点跨不过去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我理解其实跟我们之前讲的遗憾有个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天命，相当于你人力不可为的，你考研就是要在那个时间考，就是那个月份去入学，然后但是那人的寿命其实不是，对吧，是很偶然的一个东西，就是天命，这个就不是像我们找工作谈恋爱你自己能决定的。所以这个会给我一种更大的无力感，因为他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掌控，就接触生死这件事情一下子让我觉得，哇，原来好多事情我们是没有无能为力的，就是特别大声的那种无力感。那这个遗憾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可能都会面临，就是这个生死离别这个问题。那你后来是觉得，就是你这个遗憾现在仍然，你觉得你是想要是弥补他吗？还是说你觉得这个事情没办法解决？我觉得恰好就是有，因为有遗憾，所以人们才能学会珍惜，所以就只能就是去珍惜还有的东西。然后其实我觉得走了的事情，其实只能是说化作心里面的一个动力。就是我觉得我是有心理转变的，就是一开始之前的时候，我带我奶奶去过那个就是国瑞底下的那个小吃的那一层嘛。然后我奶奶她是老人，她也不去那种很时尚的这种地儿，然后就带她去里面逛，然后给她买了好多吃的，然后给她买那个泡芙。然后我们两个就一块走一边走一边吃的那种，对对。然后后来他刚去世那会儿，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下一层，我也没有办法去看到那个泡芙。结果突然有一天，然后我就去那儿买了那个泡芙，我就咬的那一口，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奶奶还在我身边一样，然后就感觉心态是有一个转变的。你从以前的追求这个人真真切切的在你身边，变成了他只要在你心里，他就是还是一直存在的。有句话说，好像一个人就是真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一个标志，不是说他肉体的消失，而是没有人在记得他。好像是那个《寻梦环游记》吗？反正我觉得，就是可能其实心里面的东西可能会更重要一些。那我觉得你现在状态还蛮好的，我觉得你这个转变你讲的特别好，就是从就是对这个人的一个感觉转变到就是说我还记得他，这个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当时好像开学入学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经历的朋友圈，我说奶奶我做到了，
看到的，然后就是觉得好像也是有一种成长的一个、嗯、一个转折点。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差不多其实。要不要你怎么着了？啊，我就不聊这些。哎，他不还没说呢吗？嗯，没关系，等他回来。我就不聊这些，就是难过的、遗憾的事情了。我的遗憾的事情其实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也有遗憾。嗯，我平时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设计师，设计师嘛，然后我平时喜欢画插画，然后我插画的灵感都是源于生活中，从你们比如你们讲的故事啊，我可能会给画出来啊，感兴趣的东西。很厉害，很厉害。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有点小遗憾的事情是一个比较温暖的事情、嗯、就是2015年吧，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那个香根那边玩，是日本的一个小县城啊，香根啊，对对对，我知道，温泉是吧？对对对，很小很小县城，然后我们去吃饭，路过了一家就是像在自己家里开小餐馆的那样一个地方，嗯，就是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出来，嗯，那个房子的门口全都是各种的剁肉啊和花的东西，嗯，然后我们进去之后，看到是一对老夫妇，嗯，没有别的人了，然后通过各种软件聊天，嗯，知道这对老夫妇是啊，他们的孩子并不在他们身边，在东京上班吧，哦，啊，只有他们两个。然后跟中国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嗯，对对对，他们两个的小小的店里有四张桌子吧，嗯，然后里面全都是各种玩偶，都是世界各地的人送给他们的礼物，哦，然后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听着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人跟他们讲故事啊，分享他们故事，嗯，然后这两位老夫妇也非常非常的恩爱，嗯，也会就是俏皮的打闹啊，这种东西，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白发苍苍了，嗯，他们觉得他们的生活其实特别的温暖和开心，嗯，然后我们点的菜也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给我们准备，嗯，然后每个人的吃的里面都放几粒葡萄了，嗯，葡萄那种东西，因为他们那边的葡萄是50块钱一串，嗯，还挺贵的，然后我们在那吃完东西，我的手机就落在那里了。后来我走了很远之后才发觉这件事情。然后当我拐到那条小路上的时候，发现那个老奶奶正在就是拿着我手机，嗯，在张望。嗯，看到我就特别开心。嗯，我去，她说这是你的手机吗？大概意思吧，嗯，就手语表示。嗯，我说是我的。然后她说啊，有嘎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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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特别开心，嗯，就是满脸笑容那种情况。嗯，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啊，如果自己老了之后能和喜欢老伴儿一起在这种地方做一件两个人互相依偎喜欢的事情，嗯，然后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温暖。然后我的遗憾就是我当时忘记给他们两个拍张照片了，我很想，因为我知道以后就是再也不可能去那个地方，嗯，就是根本不可能再见面了，嗯，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啊，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然后在那之前，我的性格有的时候会焦躁啊，嗯，或者因为工作上事情会有明显的情绪变化。嗯，然后自从就是遇到了他们之后，我从2015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生过什么气。哇，这个太棒了！凡是遇到一些就是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会就比较好的去缓解一些压力或者一些负面的情绪。我觉得就是他们给我带来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带来的改变吧。我觉得这个就棒在什么地方，就是你的转变不是因为你学了一个得到上的什么课，而是就是直接的感受，通过一种感受内化成了你的状态，这个太厉害了，就是不是从道理习得的，这个从感受习得，这个太棒了，这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能力，我觉得特别厉害，说我外语啊，真的特别棒，特别棒。然后你刚才讲到那个，就是他挥手机嘛，啊，我脑海里的画面其实一开始想象不是这样，我以为他是骑个自行车来追你，我是根本没有，都是年龄太大了，没有办法骑。这个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对啊，就是想想美好的事情，就是一些负面的情绪都可以
就是，但是就是因为旅行中的一些遗憾，其实都是很美好的小遗憾。因为我其实就自己出去玩比较多嘛，然后我其实旅行的时候也会经常，比如说遇到各种各样的朋友、驴友啊，什么大伴儿啊，包括比如说去云南啊、去新疆啊、去西藏啊什么的，就是经常，其实就旅行结束之后，其实大家，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几个朋友后来也加了联系方式，然后但是后来也没有怎么联系，因为没有那个环境了，然后就是确实也是没有那种感觉。对，哎，刚才讲波比，你还没讲讲你的遗憾。我最大遗憾我就是没去外地上大学。嗯，感觉如果我去外地上大学，我爸妈可能对我的管控都没有之后这么多，就因为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开始比较各种自己的想法，然后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去旅行了，非常的反对，觉得这个小姑娘一个人不安全。嗯。然后如果我说我跟女性朋友一起去，觉得两个女性也不安全；如果我跟一个男性朋友一起去，觉得哎呀，你们这一男一女也不安全。所以这个，哎，总之他们非常反对这件事，到现在也是。直到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我去香港的时候，那个。然后跟了一个，跟他们说我这个明天要去，然后他们跟谁，然后知道跟谁就非常生气，然后就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当天他们不喜欢那个人吗？不是，他就是觉得怕我被卖了，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奇怪的想法，但是呢也是可以理解吧，就是独生子嘛。然后这个之后呢，我就在计划，我得搬出去。搬出去了我就比较自由了，然后就是这个搬出去之后，这个旅行就不会再跟他们去打招呼，可能会到那儿给他发图片说，哎，我在四川，现在这个非常美，先斩后奏。对，我每次都是先斩后奏，然后如果想我去外地上学的话，可能他们可能会更早的意识到这个给孩子一些独立性，毕竟距离远的管不了。这个我没什么不安全，那个你俩是北京的吗？对吧？那北京人那个给点建议，你们是怎么感受？你们也是在这儿上北京上大学吗？对，也是跟家里一起住。对，我现在不是。包括我刚才就说了，我打小就不是特别听话，就自己做的决定可能就去了。我大一就自己出去玩了，高三的时候没有，高三努力学车呢。但是某一层面，因为经济独立之后，你是会有自己的这个支配权嘛？但是另一方面，你会得到他们的认可或者是支持。但是当你没有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哎，那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你之前有过什么激烈的反抗过他们吗？这个我算走的比较稳吧，一步一步脚印。激烈反抗就是从那次去，从自己去旅游开始。好像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认可你自己，不认可了，但是也不认可，管不了，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我觉得爸妈这个年纪其实是很难改变的，对，就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和我们非常不一样，他们所考虑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但可能是放在你身上，你觉得，哎，这个很难接受嘛。然后昨天就是我有一个从南京来的姐姐，是我在兰卡认识的，她听完我跟我爸妈联系，她就说，那你有没有就换一种方式去跟他们相处？如果你既然知道你说你去旅行他不同意，那你就下次就不说，或者说我就是可能说我就跟团去的，对吧？然后让他们更好接受一点，然后因为你也不想这么生气嘛，你也不想再次产生冲突，再就是找一个平衡点吧。我觉得你说，因为这事我比较有感触，就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就是他们很难改变，我觉得首先就是他对就阻止你这件事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所担心的是什么，只要你证明这件事你可以没有问题之后，我觉得他们就能很大程度的放心，因为所有我觉得父母对我们的那个管控其实就是出于不放心，
我为什么不信任你就会去做好这些？对，为什么我说我这个特别感触？因为嗯，我小学四年级，就是因为大家都会上补课班嘛，但是我的补课班离我很远，就打小都是我爸妈送的。嗯，我四年级就自己去上补课班，就很远。我从哪到哪？大概就是要坐40分钟的公交这种。哇，四年级，对，就所以就是我可能就那天就是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自己去吧。然后就去了，然后自己还自己吃了晚饭回来这样。哎，你妈就说，自己去吧，是这样吗？不是，就是我其实有点忘了我当时是怎么跟他去沟通这件事，反正就是毫发无损的回来了。对，然后后面就开始可能自己出去玩，这样就是周末啊，跟朋友一块儿去玩那样。是，所以我爸妈就是在这件事上对我特别放心。因为觉得可能比如说自己出去。我应该是比较有，还是比较有警惕性的那种人，对，所以就是这点上我爸妈没担心过。就是我觉得，所以你的话就是让他们觉得没有，就把他们的担心和顾虑消除掉，而不是说就不告诉我，就你越不告诉他们越不放心。就是告诉，就是说，哎，你这都定好了才告诉我们，所以先斩后奏。对，我是觉得你可以，比如说。你去之前就会告诉你爸妈你怎么安排你的行程，然后怎么确保你这件事你出去肯定能完完整整回来，就把你爸妈当成一个签证官，你要证明我到美国要做这些事我还会回国的，那样知道。对，就消除掉他们的顾虑。我觉得这是跟父母，就是我认为不是很擅长去和父母沟通，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沟通，而且一定就是不是说一味的顺从或者说一味的反抗。对，就是这样的，就是谢谢大家找到问题的出发点，然后一起去解决问题。我觉得对父母也是一样的。你多出去几次，他们都习惯了。我想就是接着刚才他说的，就是我们不改变父母这点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点又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改变父母的观念，就是说 ，OK， 父母认为一个人出去玩是危险的，这是观念。我认为。我觉得可以不改变他，无所谓。你保持这个观念，我觉得 OK， 无所谓，因为他毕竟年纪大了，他已经形成了观念。但我想改，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的是第二种，他去接受，就是是父母觉得他基于这个观念，他要干涉你的行为。我觉得要改变的是，我要告诉父母，你持有什么样的观念我都不 care， 无所谓，但是你永远不能干涉我的行为。不管我做什么，我做的事是你认为的对还是不对的事情，这个事儿跟对错无关，跟危险跟安全都无关，是你我之间的界限，这个跟我自己做什么事儿都无关。就好像我喜欢吃什么鸡肉，你想让我吃白菜，这个也是一个道理。你不能用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干涉我的理由。这个我觉得是要改变父母的，让他们告诉他们，你永远不能干涉我，我也不干涉你的观念。但我觉得你这点就稍微有点激烈，他父母很难接受的。他可以提意见。对、嗯，我是觉得就是我跟我的父母永远都可以持不同的想法，但是彼此尊重。就是我不能说你的方法一定就是不对的、嗯，只不过我现在不太想选择你这条路，我愿意按照我自己的方法走一走。对对对，你也可以先看一看，我知道对不对。这是可以的。对，我一直跟我妈都是这样去说的，但其实。很激烈啊，过程激烈没关系，而且但问题是父母会越界，就很多父母就是他们会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天然的认为我的建议就是对的。你看你持有这个观点，你认为两个人持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但是可能你的父母也比较开明，但是很多父母不认为持有不同意见正常的，他们就天然认为我这样想就是对的，你这样想不讲道理，因为对吧？因为父母总觉得他们看比你看多，对，经历过很多东西，然后他们认为他所经历的这件事就是对的，对，但是他没有经历过你这样的事，就是所以你要把你现在的东西跟他讲清楚。我每次可能虽然说会吵，但我每次的目的都是跟我爸妈讲清楚我现在在做什么，我以后要做什么，为什么我要走这条路，对，然后我觉得。再回到那什么，我说你最简单，你带你父母去旅游一次，让你去包办他们就相信你了。这个有常说，但他们俩就是特别不喜欢出门的那种，就是秉性难改。哦，好吧。其他人呢？就是你们是有没有尝试过改变过父母？就是说是改变他们的观点，还是要阻止他们干涉你那种？我还好，嗯，我从来没有父母没有可臭过，嗯。就是还是因为我很想说，嗯，独立性比较强，嗯，
所以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做什么就是。那可能我也是，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然后我真的我大学，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大学校门从哪儿开，是吧？一次没去过我大学，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布置你的宿舍，到最后把你所有东西清走，我爸妈都没有参与，都没有出现。我是最后回家的时候，我就寄了两箱东西，然后拉了个行李箱就回去。这个我也想看。这个是你自己很乐意这样做的吗？哎，对，我很好奇，说你被迫的，我很乐意。你很乐意，这是我跟他的。哎，对，我挺想听你讲讲啊。对他很乐意，就他很享受，不需要我们来说，我是被迫的。哦，理解。那这我刚才就想说是被迫的。对，被迫了之后，就包括现在，我一直在说你人生家庭带给你的这种各种影响。那我就会没有安全感，我就会有很多的。不能叫心理问题吧，就会有很多需要修复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抛弃了我，就我总是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那以后在整个的工作生活到现在的阶段当中，包括跟朋友们相处、跟同事们相处啊，包括我跟心理师去聊啊，就是严重的这种被抛弃感。就是比如说两个人，我和你，如果你一天跟我相处的，我就觉得我很有安全感，我愿意跟你在交往。但如果你一旦一见不相，我说一见不相只是一个很轻的一个人啊，比如说更激烈的冲突，那这个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你跟我不是一个阵营的，我要立马去反抗你。在我不能保证你对我攻击之前，我要先放弃你，那我就很好保护。先拉黑。对。那这个不好，这不好。这是就是被迫之后产生的影响，包括我现在很多时候我就觉得你们那时候都没有管我，你现在还要去发表一些意见，那我想问一下，你有探究过原因吗？他们为什么跟你不是那么亲近？亲近是成年以后，就是他们那个小时候活动了，那现在他们也没有自己的，也没有工作了，是退休了，那就他会很关注我，就把他注意放在我身上，有没有很亲近？其实我觉得我父母还是很亲近的，只是说就是可能中国人包括刚才大家都讲到，他们是很表达，那我根究我和我父母的问题，就是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小时候的像很好师傅，就是他在你幼年时期对你的影响，是一个转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他们尽力了吗？因为就是当然尽力。我的意思是，就比如说尽力跟你保持更长时间的联系了吗？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讲工作很忙嘛，那比如说工作很忙，有可能就是说我抽空怎么也得见孩子一面，或者尽量给孩子做几顿饭，还是说你问到点上了，就这一点啊，我曾经有一度时间不能原谅他们，就是在我后来发现我有一些东西是要修复的时候，因为你再往前倒就倒到你原生家庭了，那我特别不能原谅的一点，包括我现在都在释怀，就是整个的阶段，就是你先是服从，包括我觉得你们现在阶段都是服从型，然后你会稍微有一点反抗，那当慢慢的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对，你可能觉醒了，觉醒之后你认识他们，然后你认识他们或者认识自己，到慢慢你接受他们，接受自己，到最后真正的和解，就是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真的和解了，这个从心理学层面上有概念。我当时特别不能原谅他们的一点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把我送到了学校，是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周末的时候，我就想回家呀，我想不回家了，我也想回家。但是回到家之后，爸爸妈妈经常说一句话：“你为什么不能去好好学习？那你又回来了。”哦，我懂，我懂。他觉得你在浪费时间。我懂。然后他觉得他也很忙。他还觉得你又回来，然后给他添了麻烦。然后他觉得你还没有去学习，还浪费了更多的资源。哦。你当时会有负疚感。啊，负疚感。我当然会有啊，就跟他说的那种，就是内疚。我在那个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到妈妈希望我的那个样子？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从那以后不能原谅他们的时候，就觉得是他们自私。就是没有任何人会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但是人性就是自私。对，包括我现在，我觉得我父母做的很多的一些决定，包括我已经年龄很大，然后没有结婚，他们对这些事情一些看法和表达，我都觉得他们是站自己的立场上，因为人性皆自私，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他是很爱你，很爱的去对的事，但是他出发点还是为自己考虑，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为了避免内疚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把这种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在我要回家的，就是我周一到学校，跟我妈写了长长的一封信，告诉。这个周末
的小回家，然后告诉他我有多么的很用心，很用心，你很努力。对，我就寄回去，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我妈到现在我没有，我当时也没有看见过她的那个反应，是后来我听我大妈，我大妈说你看孩子多懂事，为了周末能回趟家还给你写一封信，然后我就记得这一句话，她都记得。我有一个特别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一个朋友，是一个女生朋友，然后她讲过她小时候的故事，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她也是住校，她有一次她回家，她发现那个房子住的不是她家了，她爸妈搬家都没有告诉她，真事儿，然后是她的一个邻居啊，是她老师还是谁的，然后她找，一开始还没找到她爸妈。就然后找他邻居还是老师之类的，然后他老师说啊，那个你爸妈，你妈跟我讲的，你搬家了，就是他妈把搬家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老师，都没有告诉他，就说你搬家了，然后就是在那儿你去找他吧，然后就他妈对他的关系就是那种就是说，后面就是后来以后他妈是一个很文艺的人，他妈就是开客栈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在我看来他妈有一点点就是。利用孩子的感觉，就是说他妈开客栈，就是法人代表是他，因为他妈怕背什么债务什么的，就是那客栈是他完全跟他没有关系，是他妈在经营，然后也就是他就不在北京嘛，然后他在北京，但是法人代表写的他，就是他妈反正资本运作，反正就是说哎你我不能担这些事儿，反正是各种的，然后种种的原因，包括就是他放假回家的时候，本来客栈是有一个房间是给他住的嘛。然后他妈那个就把那个房间给了他妈的朋友住，然后就他回到家之后仍然没有把那个房间空出来，而是让他换了一个别的不好的房间，就是我觉得对我，但是还没有，就是但是我这个朋友，但是对他妈的感受是没有那么反抗和负面，但是在我听起来我觉得有一点不正常，就是因为我觉得父母就是对给最好的，而且不愿意拖累孩子，都是什么事儿就是让孩子开心为好，但是他妈在我看来想的是他自己，对吧，然后包括有一次就是他跟他妈一起去，比如说郊外是什么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一开始他妈开车带他去，后来他妈有点什么事儿，可能要见朋友见生意人，然后他妈就自己开车回去，让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很远，山路你知道。家是这是独生子女，是独生的，然后女生重男轻女，然后但是就很奇怪，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但是他跟我反映，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隐藏，他反映说他妈，他觉得他妈很爱他，但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我说完了，可能他跟你说的只是一方面而已，其实还有别的方面，他跟他妈想说的是潜意识，你跟他跟你讲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这些，对，讲钱的，就是，我刚才想说的是说我在之前某一个阶段也没有意识到这个伤害是我带来的，包括我觉得我的状况跟你说的是不一样，我还是很爱我的，他们是出于一些不得已的这个原因，我妈妈也从来没有就是我回家之后都是很热情的，就是这都是以后了，就是大的。我想说的是，我是什么的情况下才反思我们父母的关系，才会觉得他们给我带来了深深的伤害，是在我真正遇到一个坎过不去的时候，我要努力想过的时候，我才反思，才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状况是他现在没有要面临要解决问题，那个坎，所以他的潜意识，因为人就是他很多东西都是潜意识决定的。他那个潜意识没有被激发出来，所以他觉得这不是问题。就像以前我跟我妈妈现在保持联系，我妈希望我每周都跟她联络。我在我30岁之前，我很享受，我小时候就不能理解，因为我小时候比我大不了多少，在同龄人在一起，就说我每周都跟你妈，就是你跟你妈就是。我觉得你把亲情看得很重，我想说，因为我没有，就他觉得我很爱很爱，我从来不努力，我妈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那我就觉得很正常，那个阶段我就觉得很正常，一直到后面就出现了一些事情，然后我自己就已经遭受到了很大的这种就过不去是个坎儿，那你去剖析这些坎，你去通过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这是父母是给你带领，才知道那个时候伤害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可能是这样，就是那种不安全感是吧，就是他不太很多方面、这些也是我自己平常聊了之后他们给我一些启示吧、他就从各种方面他们有他们的技术手段去分析，那就会觉得那你现在就是我跟我和解的阶段、就是我觉得我以前觉得我一个星期我不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纠结、我有别的事儿，你想我工作忙我周末很累，对对对，他休息了，对啊，我还得惦记着给他打电话、而且我妈就觉得我这么长我不给他打电话，他第二天一早电话就会过来说，哎呦你上不了班吗，你忘了呀、就给你很强的负罪感，哎我忘了妈妈，他给你很强的负罪感，真的，我那个时候简直可能就会有压力吧，会有压力，当然就我那个时候就是你刚才说的没有意识到、我那个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压力、我是觉得哎呦我没有打电话是我的错、但是当我有一个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再去看到我就觉得这是一个枷锁呀、就是躺在那里面、你不能伸展啊、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到后面再去回复这些问题的时候，像现在、我不想给他打电话我就不打、我也没有负罪感，他给我打电话呢我愿意接我就接、对，我愿意接我就告诉他我晚点的、没有什么事情不要打、然后我当然他很开心，因为父母是越来越变了、他可能不是，但是我现在已经能接受他开心的状态了、以前我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我觉得你朋友应该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对，有可能他还年轻吧，对，我妈妈现在她可能觉得她的那个招数对我已经不管用了、她已经转向了其他，我那边养了一只猫、在屋子里晒她的猫、然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昨天给你那边打电话说、看来那个猫比妈妈都亲人，哦，又是那种给你这个刺激，这个我一听这个就是这个心，他会这个句话他能钻到我心的缝隙里，我知道他能够对我弟弟带来伤害、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教就是也是很多人教我的，就是说你不要去 control 所有你觉得你能 control 的东西、包括家庭问题、亲子关系、工作关系、你只要关注自己和对方的能量就行了，那以前我就说我妈你跟我弟弟不要这样我说我弟弟不要跟我妈的、但现在这种状况真的是他俩他俩做出去一手一手不能这样，对，这是我的也许他会被如果不会出现什么事儿，我觉得我妈也是，就是她有很多很常给我压力，就跟你的话类似，就是，哎，你不想我，就是，哎呀，那个，我想你很多次，就是跟你，哎，我跟你聊天可开心了，你看我不跟你聊天，我就可那什么了。我当时去问那个心理医生这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说。别人的父母都这样，中国的家庭都这样，很多很多。为什么别人没有觉得自己有问题？我觉得我有问题，我就觉得这件事情都有问题啊。然后他说，其实都有问题，你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你为什么现在觉悟这个事情啊，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些事儿，就是因为你遇到了一些事儿，然后你要突破，你要去想办法去解决，或者你要去。拯救也好，因为先找到原因啊，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拯救啊，所以我觉得就我最近对心理学痴迷啊，这个很有帮助，很有帮助，还找了心理咨询师，我没有去找，是我们 HR 不是就学心理学嘛，相关的，然后呢我的一个朋友，他的一个朋友是中科院的，上学的同学是一个专职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当时我就说感兴趣，我说那你聊一聊吧，然后我们聊了7个小时，厉害厉害厉害，真的聊完之后我也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对，就是以前我很追求技能上的，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对，那现在我可能更多追求生活，对，生活上人性上，然后更丰富的一些东西，以前我前段时间经常跟朋友说的，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活得像机器，就是现代这个科技产生的这种机器，没有灵魂，我觉得这有一种，也是因为我学数学了嘛，我也觉得，因为我之前高中学理科，然后大学学理科，有一种理科思维向那个文科思维的转换的那种感觉，原来就是。特别追求逻辑，追求对错，对，追求原则，对，非黑即白。哎，小佳，现在你是和父母还住在一起是吧？对，
对，那你应该不涉及到我们打电话这个问题，对吧？没有，嗯。要求就是说，你去了那个去读书的话，要每天晚上给他视频，让他为了印证视频，对，他为了印证自己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问题，就说谁谁谁的那个就是他那个朋友的闺女啊，谁谁的孩子晚上都视频，大家都视频，对对对，就这样。然后所以我刚刚在听这个姐姐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那每天视频的这个事我应该再跟他们探讨一下。哎，就是你读书也都在北京是吧？对。然后那还要视频？不是不是，就是说之后不要出去台湾了。哦，有读博。然后就可能读博也是没有再去台湾了。哦。台湾也最近也是。那你倒是团体签，不要对呀，签团体签过来。啊，没有，我在学习，在学习。那你就是平常就是在家的时候，你们是一个有过争执吗？还是说？我想想，就是我感觉好像从我一上大学，他们立马就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我觉得一切的问题还是在于父母的那种对子女的不自信。等到他你让他们觉得你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去自己的独立生活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就很多问题就没有了，迎刃而解了。就是其实根源就是他们的不了解和对你的不自信。包括刚刚那个女生说的那个旅行的那个事儿，然后是有对孩子的担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不了解，就他们不知道这个旅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很勉强也没有说独自旅行过。对对对，然后包括就刚刚后来说就是那个这个关于跟家长之间的这种探讨，就是说你不能干涉我的决定。对，他是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做这种人生抉择，比如说选哪个工作选哪个专业的话，他觉得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你以后工作不好或者以后混得不好这样而已。但是他们可能刚那个这位妹妹说那个旅行的这个事，他们觉得最坏的结果那就是整个自己的孩子就那什么的，他们觉得这个结果太那什么，所以就无关什么啊，我那个你要有自由意志或者我不能干，他就无关这些，他就觉得任何事情比起我孩子的生命什么都不算什么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爸妈好像之前我特别能懂你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小学高中初中，就我高中可能远一点，我高中在西城，离我们家可能地铁要倒个线，然后大学这就算远了，对，这就算远了。然后就是包括我的工作地点，现在我工作的地方也离我们家特别近，就基本就是一个圈。天哪，对，真的是这样。然后北京孩子多近。啊，没有。然后之前我初中的时候，好像是第一次跟同学出去，就初三的时候，大家毕业聚会嘛。然后我妈给我写了一张纸，然后这张纸上有那个第一个是出家门的时候打一个电话，第二个是到车站打一个电话，第三个上车打一个电话，反正就是三一的电话。然后我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但是所以你真的照做了吗？我好像是吧，真的，但可能没有到三十一个那么夸张，打了三十个，二十九个，对，反正就打了十几个电话，就一直在联系。然后，但真正的转变是在于我好像，因为我妈特别喜欢旅行，然后但是她就是也都不太了解的那种，她也不想报团，然后她也觉得自由行好可怕。然后对之前，然后我想去天津的时候，当时我们十几个去哪里？去天津，天津啊，大学的时候，就很近啊。对，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出去旅行过呢，我就觉得十几个人不行，那不安全。然后我后来就是到大一的时候吧，我们是三个女生，他觉得三个女生不安全，然后后来就也是跟他们据理力争，然后就各种反抗嘛，然后后来就出去了，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旅行这个事儿是不 OK 的。那这种转变是在于我带我妈出去旅行的那一次，然后她就从一开始的整个人就很慌乱，然后就是人在公交车上，我就已经跟她说这站下。他一定要再去多次的去跟司机师傅说，到最后慌慌张张的，就每一次站名都会说错，就每次跟师傅说这站是不是，当我们去那个西塘嘛，就这站是不是西塘，我说不是，我说咱们要去东塘，不，他说这个是不是西栅，然后我说这是咱们要去东栅，然后因为我说师傅是不是到西栅，我说咱们要去东栅，然后临下车他说师傅这是西栅吧，我们下楼，然后我还在说，我说咱们要去东栅，就师傅都晕了，对，他整个人哪下，对对对，他整个人都是超慌乱，然后但是到最后要就是已经要离开的时候，他是整个状态是特别的骄傲的那种，他给我二姨给我姥爷什么发消息说我给他带来一个多么棒的旅行，然后他就跟我爸说哦，你真应该去享受一下，咱们家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就开始跟变了一步，所以我觉得一个是不了解，就是对于这个整个事情的不了解，还有一个对你的担忧，你只要把这两件事解决了，我觉得就好了。刚才讲到那个西栅东栅的时候，我脑海中想起来就是日本那个动画片里面，就是少女嘛，就萝莉的感觉，就很可爱，就是啊，这里是不是就那种，就是很萝莉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可爱，很萌那种。
对但如果你身边就有一个人觉得啊好着急，搞笑。对对对。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说父母跟这一代的孩子之间产生的冲突，说是因为两代人经历的不一样了，说是孩子你怎么着都是能够证明你是对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经历的事情跟他们这一代经历的事情不一样，要如果你做一个决定他们是不支持的话，你早晚会证明出来你是对的，但是需要时间，就是说在你真正有了这个能力证明你是对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新时代的青年这个对自由和平等和这个享受谈话之间的话语权以及权利的要求，他们并不是很自由。还有他们现在看到了很多危险的新闻，觉得对，而且这个新闻我觉得，尤其是微信上太多了，负面的，还有巴动动发什么少女坐出租车被什么怎么样，就是。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都是啊，外面世界好乱，好危险。就能活着长大很难。对。就归一句话，太爱了。但他们的爱也不是体现在对你这个给予平等，他们是可能哎，我给你买了好多水果，你回家来吃，或者是我给你买了什么，他们的爱是体现在这是他们体现对你爱的方式，那可能。因为他们有没有不知道什么别的方式？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电台，就是我之前有个很好的朋友嘛，叫石头，他也参加过很多次这个电台，然后我。前两天跟他吃饭，跟他聊，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不来嘛，我就特意问他说你有什么遗憾，然后他给我答案让我很惊奇，就是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欣赏他一个原因，就是他每次都给我很惊奇的答案，就比如说很多人的遗憾在于就是说没有得到什么，或者是说我遭受了什么，或者说处于什么一个不好的环境，然后石头的答案是他的遗憾是他在上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有可能他想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更开朗更与人交际更外向的那样一个性格，但是他自己没有做到，我觉得这个答案让我很惊奇，就是因为他跟我讲就是说因为他其实那时候很也是蛮内向的，我们俩都是蛮内向的一个性格，然后但是呢可以说有一些朋友，他认为有一些朋友跟他在成为朋友之后有机会把他带出那样一个内向的一个世界，就比如说他通过我认识了我们班的很多同学，因为后来我们分班了嘛，他还是在理科班，我去文科班了，他认识了很多文科班的同学，那有可能比如说他觉得通过我就能让他变得外向，他觉得哈，我有可能把他拉出来，但是他自己没有努力，他自己没有努力，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我当时我也没有想拉他那个改，我觉得他挺自在的，我也没有想改变他，但是他觉得他的遗憾是没有主动改变自己的性格，这个我觉得很让我感到惊奇，就很少有人会觉得自己性格需要改变。那你觉得性格这东西能改变你们讲讲为什么是改变，还是或者说你说我是成长？成长是成长而不是改变，就是你见到了越来越多之后，你就会自己默默的就是改变，就不需要刻意的去改变，顺其自然。之前我曾经过一个话题，就是说人要不要因为更好的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而改变自己。然后有一个医生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说其实自我不是你还是固定着的，就自我其实恰恰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过程，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过程就是在追寻自我，它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固定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想法一下子好像还挺那什么的，探索哦，就不是你本该就应该怎么样的，对吧，不像人本该就有两只眼睛那种，是吧，这个是上升到哲学问题，老生常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您刚才讲的是能改变能不能改变，是吧，我觉得就是能成长，有感，性格可能没有什么
特别好的理由哈、嗯，就是经验之谈。我觉得性格这种东西是深深在你的 DNA 里的，血液里的，成长的家庭，对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的。有的人说生活就是轮回，十年一个轮回，你在三十岁可能重复的生命，十几岁或二十岁的动作，然后你到四十岁又在回重复。比如说有穿衣服，我觉得很明显，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喜欢穿这样的衣服，然后你像我最近啊，我就喜欢穿青春年少时的衣服，又回到十几岁。所以我觉得性格是不能改变的，但是你对生活、对人性、对认知它是会不同的。我们刚才那个改变的选手来讲讲理由。最简单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你现在回去看你小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其实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跟我小时候不一样，我小时候可能不是像你说的那么自卑或者怎么样，就是也不是说不爱说话吧，就是稍微会有一点自卑和不喜欢外露，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应该说是什么感感原来我很多事情我可能觉得跟男人也不是我自己吧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是无论什么样的事我都敢去睡一觉。对，然后而且我今年是我本命年，然后就是怎么说，就老因为本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迷信，就是可能会不顺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总觉得我今年反而是没太大的感触。对，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一点，就是像我刚刚最初开始说的，就是今年确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然后我很怕，比如说有点小迷信，比如说其实是我不应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今年的迷信或者怎么样，对，其实也许原来那个才是更适合我更好的什么，但是就这么过了大半年，然后我觉得就是有一些悖论，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努力去做就可以了，然后也不用去纠结到底是好。就是今年自己的改变就会越来越赶了，我给自己每年的就是那种今年目标那种的，就是比去年的自己就是更好一点，对，我是这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像说性格上的改变或者怎么样，就肯定是因为人都是在成长，你接触到的事物，还有认识到的人都会给你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也是那种特别喜欢所谓见贤思齐的那种人，对，我是，哎，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好的毛病，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好为人师，就特别烦这一点，就是比如我是好为人师，就是，但是就是越来越多我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可能像之前就是说有不一样，就对问题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时候，我之前是特别喜欢去说服别人，就跟他们说我这个小孩怎么一样听我的。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就越来越能接受，就是观念的冲突，反而从中我能得到更多。我个人的感受，我觉得我比较奇怪，就是大家评价我，比如说我见我以前的老师，或者是一些同学，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我爸妈的朋友，可能长大以后半年就见个面，他们会觉得我跟小时候变化很多，觉得这个人哎能说话，又会教你，是吧？但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性格变了，我从来没有认为，因为其实我比如说我的性格可能比如说细腻敏感，或者是说倔强，或者是有很强的主观意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从来没有变的，包括比如说喜形于色，这个就是我个人性格一个总结，包括什么嫉恶如仇，我是一个很喜好喜恶会表达非常鲜明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变，我变的就是说只是说我能不能说话，或者说我懂不懂得与人交际，或者说礼节性的，或者是这些外在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的变只是因为我懂得了我能做到他们，小时候我没有做到只是因为我还没学会，对，但我并不认为我改变的是我的性格，对，也很有道理。所以我也不知道是算不算改变，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所以我觉得可能单拎出性格这一点就是不完整，应该说你这个人的表现。那些不能直接就是性格。对。
但我一个特别像的一个小故事，特别逗的，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一个特别不学无术的一个学生，我的成绩是我们全系倒数后十名里面的。大学还有榜吗？对呀、啊，有排名。对，然后我们好严我们整个宿舍对，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整个宿舍一共六个人嘛、嗯，然后我每天就是在我的那个床上摆个小桌，然后搁上一大堆的那柳丁树，还有课年过年嗑的瓜子，然后自己在那对自己在那玩超级玛丽，然后我们宿舍另外五个同学就是一波去上课，一波回来，一波去上课，就因为我们就一个班的嘛，然后我就一直在小桌上屹立不动的玩游戏，然后就是当时就是遇到第一个坎就那个高数，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文科思维，我完全不行，然后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是我们全系第一名，他高数考了95分，对，然后当时我大学刚一就是一开始新生入学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觉得大学期间我们俩就绝对是两个世界的，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怎么说呢，那个比较那样那种学霸，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是不接受学霸，一个就是有点就觉得是两个世界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高数真的过不了了，然后我妈就说，要不然你去问问你们那个社长，然后说让他那个帮你帮帮你，然后我就。就是第一次去找他那个就是亲近的去说了一下话，就因为平常我们就只是大家一起的那种，然后第一次我就去说这个高数不行了，然后结果一下我们俩一拍即合，你们是好偶像剧啊，对，然后我们俩的性格就一下子特别契合，然后就相处的特别的本意愉快，然后就一下就变成最好最好的两个朋友，然后就是然后之后有了他以后，就是我基本上平时也不怎么去上课，然后就是他每次都是考试的前面那两个礼拜，然后两天帮我补一门，对，两天帮我补一门，然后之后我就自从跟他做完朋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挂过科了，然后就特别神奇，你就会觉得是我就完全是被救赎了的感觉。没有想到临毕业的前一天，我们在校园里遛弯，然后他就说我特别感谢你，让我没有再当一个那么就是苦逼的那个学霸，你让我尝到了做人的快乐，然后我就整个人都懵了，我说对，然后我说我还是感谢你们，我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跟你讲，我说我整个人就那什么了，然后就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每个人都一开始就说你这是毁了人家，然后说对你这是把一个学霸给误入歧途了，但我就刚听你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自信心都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人与人交流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就每一个人他虽然都是独立的孤岛，但是中间是有联系有爱的那种，就是那种真诚的那种河流可以去串联，然后每个人就是在人与人的交流和帮助之下变得更好，我觉得对，太棒，这故事太励志了，太励志了，太励志了，特别励志，是跨越物种的友谊啊，学霸跟学渣是两个物种啊，而且最后我们宿舍只有我考上研了，你知道这个事情超学渣，学霸在那个本来是保研，但是后来保研失败了，就是反正就各种意外吧，然后最后就很神，就因为我从大一开始刚入学，我们老师就在说我们之前刚毕业的一个女生，说她那个考研考了550多分，然后就考到了那个北工上，就特别厉害，然后就一直听到了大四，就最后我考的比那个学霸高了40多分，然后就觉得就感觉人生充满不可能，你知道吗？特别神奇这些事儿都。真的太神奇，这个也太神奇了吧！这个故事，我觉得更棒的是这个故事里面，居然学霸也觉得打开了他人生的另外一个门，很乐趣，是的。所以就是大家不要给自己贴人设标签，对，其实大家都充满无限的，就不要给自己贴，也不要给别人贴，对，这也是那什么，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然后那个他最近就是他有点那个就是叫什么情感焦虑了，因为他觉得该到结婚的年纪了嘛，然后就去相亲了，然后但是他其实本身也是那种就是比较非黑即白那种人。就是不喜欢他就绝对没可能的那种，然后那个他最近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就各方面都挺合适的，然后就是但是他就见了一次面，然后就觉得说不行，然后来我就说他就说还是就是喜欢就其他款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说
就你别一开始就给自己签证明确，我觉得这是不行的。你就是你要不是给别人机会，你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别你要是一开始你就认定这事儿不行，那这是肯定成不了。就是就像我之前的状态，就是先去试一下，无论什么你先去做一下试试，然后真的说真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觉得不行。嗯，因为我就是确实就是感觉确实就该考虑一下这个事儿。嗯，之后呢？今天见第二次面，然后我回去该问问。我还以为这个结局会是他俩就结婚了，没有，刚刚发生。我还等着第二个励志故事呢。但我也不是，就是我的观点，我说就是让他就是这个人。哦，对，自然一点，对。我想接着那个说到友谊，其实我想说一个。跟朋友方面的遗憾，我觉得我这遗憾太多了。今天有些爱情，遗憾太多了。我在高三的时候，就是刚上高三的时候，有一个同桌，一个男生，他是复读过来的，就是他那个没考好嘛，高考，然后就复读，然后到我们这班来，然后老师就是习惯把男生安排在后面嘛，男生可能是高，然后可能也觉得男生坐后面也无所谓，然后我们就当时是坐在最后一排，然后我们两个。关系特别好，就是因为他也看火影，这个很重要，火影忍者，对，而且当时考到什么程度，我叫八代火影嘛，他叫水影，是吧？跑到这个程度，真的是，对，为什么叫水影呢？是因为就是当时有一节晚自习下课之前，是我们就石头剪刀布，很幼稚的游戏，谁输了谁就去喝水。饮水机嘛，然后他就输，经常输，喝了好多水，然后我们从此叫他水影，然后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对火影忍者，然后之后反正也，然后我们在跟其他几个朋友男生，然后有一个组织叫 hiking joy，hiking 是登山那个 joy 就是 J O Y 嘛，就是快乐的远足那个感觉，然后我们经常一起去外面玩什么的，一起吃饭，但是很奇怪的是，在高考毕业之后，水影就。不再跟我们联系了，突然的就很奇怪，对，高考结束之后，因为我知道那个他是想当警察，他有那个想法，然后考了一个还是对口的一个学校，可能是也是公安还是系统，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有 QQ 嘛，那时候有 QQ 嘛，但是很奇怪的时候，就是我们后来再想，比如说毕业之后，我们还想再一起玩嘛。因为其他几个 hiking joy 的哥们儿也一直保持联系，一起在玩，但水影突然就不跟我们一起玩了，然后我们给他发消息什么想叫他出来，他也不回，我至今不理解为什么，我至今仍然不理解。对，我也有关，就是好朋友突然就睡了。嗯，因为之前我们也并没有吵架怎么样，联系不上他也不回答。然后就至今仍然不理解这个事，我觉得特有意思。嗯，你们还经历的是朋友，我经历的是男朋友，失联了那很正常啊，这个为什么？我觉得不正常。那我们讲讲同学，他是我们高中同学，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然后什么时候他失联的？在我们高中交往，然后高考毕业之后，我上了大学，他想考一个更好的学校，我上的是我们家乡的大学，他想考到北京来，就复读了，然后在他复读完的第二年，就是考完高考结束之后消失了，就突然消失。在之前我们都还很正常，他考上了，会不会是他之前已经就是骗你，之前已经在劈腿？我觉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人，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人还是他应该不是那种玩劈腿的人，就是还是算比较老实吧。他可能突然顿悟了什么？他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他了，就 anyway 不去探究原因了哈。总之他会有自己的原因，但是我觉得突然玩失联，就是。不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就是他对这个群体发生什么样的认知。是吗？作为男朋友来说，突然失联，好像有点奇怪。因为按理说是男女朋友应该是比较亲密的一个关系。非常亲密，就是在他高考之前，我还专门回了一次学校，给他送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更吊诡的是什么？我觉得可能由于这一段也算是初恋吧，就是这段感情对我后来产生影响很大。就是更吊诡的是，
你一个圈子里面的人都找不着他了啊！啊，整个告别这圈了。对，就是我们上高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很这个玩得很好的，比如说一对儿、两对儿、三对儿，我们玩得很好。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高考结束的那一天，我就立马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 QQ 刚起来，没有手机，我们都是煲电话粥，大学宿舍里面的电话，然后给他家打，然后就不接他家里的电话，不是别的手机，他家里的。没有打通，我在想，哦，他可能跟他父母去分享这个高考完之后的胜利成果，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第一个分享的人是我，就是除了他父母之外，他最想分享的人应该是我。然后呢，我都忍着没有去骚扰他，然后就开始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征兆，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电话，然后第二天再打还是没打通，家里的电话。而且不是那种说宁波的电话什么机关机什么，不是宁波的电话什么，就是。是通着的，但是就是没有人接，然后一直我打了三天，我还挺坚持的，我的心情也是一个这样，然后打了之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因为我那时候还觉得丢脸，不想问别人，就是我觉得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样，别人怎么会知道，然后我最后实在忍不住，我就给他的哥们儿打电话，给我们那个圈子人打电话，然后大家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大家本来还想通过我知道他考得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开始联系他，然后就是这种事这样，后来也没有联系，从此之后没有就是再没有联系过，唯一一次就是那个时候我申请了 QQ， 我给我申请了一个，给他申请了一个，然后我们俩的 QQ 里面就只有对方，然后那个都过了好久好，这也是我大学没有谈恋爱的原因，我觉得对我造成了伤害，就这个事情他没有一个句号，你会一直悬在那里的，然后他突然间上线了，他上线了，那个头就在那抖动，我立马抓住这个机会，然后我问他，我说你什么意思，你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我忘了，总之意思就是可能不太合适吧，你看我现在都记不得了，自动屏蔽。没有两三年吧，大学时候，那就是想分手，然后又不想当面说，是吗？对，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吊诡，你知道吗？很吊诡，就是，然后后来这件事对我伤害真的挺大的，然后再后来就是在北京了，他也在北京，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后来在北京的同学们一起聚会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都是后来的时候说的，说聚会经常是这样，大家会同一时间段组织两场聚会，一场聚会里面有我，一场聚会里面有他。哦，但是我们俩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联系过，没有见过面。不要联系，这种人不要跟他联系。对呀，这太不要跟他联系。太可怕了。他讲了一段很奇葩的经历，他没有成功啊。对，也就是不联系了，而且他家里的电话，你也是啊？我还没找。哇，这你们都哪里找的这样的男朋友？这个好神奇，我就今年遇到，我今年绝了，我今年烂桃花特别多，就是都弄得我有点就是崩了。然后，但是确实年初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我很喜欢。然后对，这应该是我整体的那个比较整体一点的感情经历。就我所谓的遗憾，就是在感情上，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遗憾或者不遗憾。因为像就是我妈老说跟我说找个北京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对，你妈给你说，然后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大学的男朋友是杭州人，然后那个我之所以跟他那边，就是我在谈恋爱过程中特别喜欢，就是两个人相处特别舒服，就我不一定说特多喜欢，我不太相信一见钟情，我是非常日久生情那种人，就我会很喜欢跟一个人相处特别舒服，然后我跟我前男友的状态就是相处特别舒服，但是就是我们俩就现在刚之前说的，就人都很自私的，然后我们俩都很明确是那种比较自私的人，然后他毕业的时候就出国了，然后其实出国这件事儿我也可以，就异地恋也不说不能接受，但是就是你要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继续相处下来的方案吧，是这样的，我比较计划控那种的，就我不太相信就是毫无计划的两个异国的人12个小时时差的人就能坚持下来，这不可能，但是就是可能就没有，而且最重要的是就我今年在家，其实不是今年，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时候，我在就职业这一块就有一点就是不知所措了，因为当时我是在301就实习了一年，然后通过实习转正，等于我在那公司待了有两年，然后后来我就是那个岗位就目标就调整嘛，就是说要把我派到外派进去，然后我当时就挺不太能接受这一件事儿的，然后就筹划辞那个离职，然后我当时跟我男朋友说，我就发现这个是
也是我现在的困惑，就是就是学生和职场真的中间是一座高山，嗯，就大家是真的是互相不能理解，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分析是，就是我会跟他说，我想怎么样，但是我顾虑是什么样的，嗯，他不太能理解，对他，他一是帮不到，他也不太能理解，然后给我灌输的想法也比较消极，然后我当时就不是特别开心，我觉得就是感觉不舒服了，嗯，就是相处感觉不舒服了，外加就是真的是时差说不上几句话，嗯，然后就分手了嘛，嗯，然后后来遇到这个男生，嗯，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什么我的每一段恋爱都很长，嗯，因为都是那种日久生情，大家会感觉越来越舒服，两个人就特别像一个人那种感觉，嗯，后来但是后来我现在想最终的原因就是都是学生，你们有一样的朋友圈，然后有一样的背景，然后年龄什么都是一样的，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话题，当你真的说去面对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其实你是很难就是把两个人之间产生联系，嗯，所以就是我今年就是遇到挺多人，但是都是感觉就是没话聊，但其实不是说两个都是无趣的人，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找到双方都喜欢的那种共同话题。然后因为遇到这个男孩，我就很喜欢了，然后就可能有点着急的去表达自己了。嗯，然后我是从来没有主动追过人的人那种的，然后真的，就算是，因为其实我就上家工作，我还是就是出去了大概一两个月，就是在长沙，然后哦，我虽然是那种就是比较独立的人，但我是不是特别能就是在外边特别孤立无援，也没有朋友圈，然后你本来心里一肚子的困惑，嗯，还不知道去跟谁说，就是我是主动可以选择享受孤独，但，嗯，孤独，但你不能让我被动去接受这个事儿，然后我当时就挺困惑的，然后来我当时下定决心辞职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回北京了，当天晚上就联系不上了，对，就特别无语，嗯，然后后来我就用我一个新疆闺蜜的电话给她打电话，嗯，她就接了，那肯定陌生电话，对对，就接了，哦，就是我给她发微信不回，然后打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我当时其实我还是那种就是比较那什么的，就是我还以为就出了什么事儿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发现就是他后来他，但是他最终也后来我说就别，因为我当时好像有快递还寄到他家，嗯，我就说拿着我的快递还不联系，给我气坏了，然后后来对非常自私，然后后来就最后见了一面，但最终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嗯，但是后来就断掉了，因为我也是那种就是如果不行我也是断的，就是比较厉害的人，对。那我会把这种突然消失也给它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之前可能渐渐的变冷淡了，一种就是你感觉不到两个人仍然很火热然后消失。我是他也太累了，我对他特别过分，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我到北京，他说他晚上带你吃，带你想吃什么晚上带你去吃，然后我说我想先，因为我当时中午就到了，嗯，然后我说我先跟我闺蜜去泡个澡，嗯，然后晚上我跟他说我这边结束了，对对，我就觉得就很火热的，然后还不逻辑，嗯，我也觉得就很诡异，是这种一样，跟我刚才讲那个聊一样。是的，嗯。这是这种，但是他现在还是躺在我的朋友圈里，嗯，就是我所有的前男友或者，因为我没谈过几个，因为我谈的每段都很长，嗯，我就一共就俩，嗯，但是都是那种就是断的很干净，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前男友及新男友那种，嗯，就是完全就是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嗯，但这个就是还是有一点缠绵，我想不通为什么，但是这个。其实心思还在，就是还是心动。可能我觉得对他的感情都，这个时候不能用感情来去解释。就是举过那个例子嘛，就是楼上的一只鞋。哦，那个靴子是吧？对，很经典的。对，嗯，就是人是需要一个交代的。嗯，对对对，就是每天他住的那个阁楼上面，每天晚上回来，一个摩登女郎穿着靴子都会把靴子脱掉，嘣嘣扔下两声。有一天呢，他就听见嘣一声，然后他就等着另外一只落下来，一晚上没有落下来，他就等了一晚上。对，就是这个。很期待的那个。对，期待。这个故事是我记得我那个版本啊。艺人吗？对对对对对，是个老头嘛，是男人，然后就是深夜打猎回来的那种，对对对。就也是老头穿靴子嘛，对对对，版本对。
所以我觉得是可能对他没有感情了，就是在某些时间点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这个事情一个交代。但是其实我在这段感情中，就是我们俩大概是三四个月吧，嗯，也没有确定下来，就比较暧昧。那我那个我们感情很深厚了。然后我反思一下那个我那个水影，你没有听到水影不是是吧？水影是男的了，是失联的朋友，对，是失联朋友，是高三的，然后我们在一起，我们做同桌，然后后来就是很关系很好，但是他突然失联了。然后我反思一下，就是他可能是因为觉得他始终觉得复读的同学，复读同学有几个，大概三四个吧，他觉得他仍然属于复读同学那个圈子里面。而不是我们，但我从来不管他看同学你是怎么过来的，我们认为是我们是一个 hiking joy， 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他，我觉得他有可能内心认为我仍然是复读那个圈子跟你们这个圈子，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可能是后来我听别人说，他没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就是他在跟石头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评价另外一个我们 hiking joy 的其他成员，也是我们好哥们儿。他在跟石头评价那个人的时候，他觉得那个人不好，就是，但是那个他说的也很隐晦，觉得他比如说那个小刘怎么样，就觉得小刘这个人不地道，对人可能那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后来石头跟我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会想，有可能石影可能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另外的看法，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对，但是他表面上，比如说跟那小刘、跟我、跟几个人都还挺好的，但是实际上可能相对水影跟石头跟我是最好的，但是可能跟那几个人没那么好通，所以他觉得那算了，就是有可能跟我也没那么好，但我那个时候我认为我跟他挺好的，但是反正后来他也就有可能是我会反思，会他对我们这个圈子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对。就是我也有所谓消失的朋友，就是这个确实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个事儿，但是感觉就是他现在还是跟那个男孩一样，都是躺静静的躺在朋友圈里，我总觉得可能再往后走啊走啊走，能有可能合适的时机能再把这段关系拾起来，这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也觉得可能机会比较渺茫。我当时的原因可能也比较奇葩，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是那种就是跟那个就是前男友断了，就咔就全断了。那是我第一段就是初恋嘛，然后也比较可怜，初中的时候，然后是初中毕业分手，然后他在我们班又是就是我们俩都是就是比较那种就是他是男生那个小头头那种的，然后我是那女生那种，然后就。当时班级群什么都是他组建的，然后我跟他一断，我就直接退群了。然后我觉得特别蠢，这种事情真的就是为了就因为一个人，然后断掉一堆朋友，初中的朋友就特别遗憾。然后最终，然后两个就是因为大家就是因为初中关系特别紧密，就是男生女生关系都特别好，所以我一断了之后，我有两个特别好的女生朋友也没有去联系，因为而且我还是那种就比如说两个人分手，我就没必要跟别人说那种，但我真的也就是要就是还要找就是摆出比如弱者心态，还要去就跟别人说去挽留我、劝劝我什么那种，就其实但是他这么一说，就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我的问题啊，他恶人先告状。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诉苦都是带着主观情绪的，对。然后后来那个反正那两个应该也都断了，有点那时候比较严重。以后会遇到不好的，对，现在也很多地方比较不好。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就是分手嘛，或者是友情也好，肯定两边都有原因。对，是，而且其实可能就是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最重要原因就是在高中就去了不同的学校，环境不一样。对，然后。就环境不一样，可能就这个答案比较好。我有一个经常一个用来自我安慰的一个道理，就是就像要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什么那个，然后比如说那个公司没要我，他亏了，他配不上我，他自认为配不上我，所以主动拒绝了我。我就这样，对对对对，不是因为啥笑而不语，没啥专业的要求，是招最好的人。对对，最合适。然后我们在这个后转沟通的时候，
好说，你不太合适，不是因为你不好，对，我们是因为不是因为你不好，不是因为。是，其实就是你找对象不一定，有的是，真不是。里面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欧文考里华，就太优秀了，对对对，就很招了你，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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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很会，很会，这也是一个小 HR 啊。啊，不是，我不是，我在财务，财务不简单。你们 HR 有做招聘的，有做过什么社保啊这些？你是哪个？我是招聘出身，先做 HR 面试。啊，你可以面试他。那就。做什么？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我觉得从一看的事变成了吐槽节目。没有，无所谓，无所谓，我们是一个自由青春散漫的一个活动。不设限，对，吐槽吐槽也挺好的，不然平时也憋对啊，憋坏了。哎，你遇过最奇葩的，比如说相亲对象或者是朋友，也都可以，有没有最奇葩的，就最或者最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我有个发小失踪了，啊，真的呀？那好，那个我们遛过从小长大，嗯，好多好多年了。有一天他就突然和我们不联系了，我们过年还会去找他父母拜年啊什么的，然后他就家里现在家里也没有人，不知道去哪，好诡异啊，全家移民，不知道啊，把我们一共六个人，他把我们联系方式全都删掉了，群也退了，不知道为什么。哎，我猜想会不会有可能他遇到什么病故，比如说就是偶像剧那种，他病了，他白血病或者什么。他是有病故，他上学的时候他是我们一圈里最聪明的人，就是学习特别好。嗯。但是他进入社会之后，就是不太善于和别人交流吧，嗯、感觉性格变得有点孤僻。嗯。然后总疑神疑鬼的、嗯、这种东西，然后我们平时也开导过他。嗯。但是我们毕竟离得挺远嘛，嗯、也不能天天在一起陪着他。嗯、时间长了，好像就越来越不擅长和朋友，比如说同事交流这种东西，然后慢慢就变得有点自己就孤立起来了吧。虽然我们也会找他聊天、找他玩，但是他可能自己长时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心里可能也会有些变化。然后有一天就突然不见了，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找，都找不到，换着号码打。我理解的其实是环境放大了他内心的以前就有的一些不太好的性格，然后导致了他性格更加走向了一个极端化，然后就导致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他可能觉得跟人交往让自己不舒服，导致说那我彻底断掉跟人交往。嗯，不是吧？可能吧，也许吧，不知道。我也不太了解。嗯，我觉得他家里是特别有钱啊。我是啊。但是就是这种举家搬迁的话，就是我认为那你感情友谊还那个，就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一开始毕业之后我在深圳工作，我现在仍然很想念深圳的小伙伴，对啊，就是仍然就是对，就觉得你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失踪这事，真的知道？对，失踪很，真的知道原因，可能叫失踪。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以前，东东枪好像说过一个真事儿，就是他的那个小区还是他朋友的小区，就有一对老夫妻，然后就是在那小区住很久了，跟小区都是一个很好的邻居朋友。然后有一次，那个老夫妻就跟朋友们邻居说，就是说我们家里有点困难，比如说儿子比如说欠钱，或者是要干点什么，然后就找人借钱，借完之后那老夫妻就失踪了，消失了，就走了，再也没有。这是诈骗。对，这犯罪了。但是是因为。但是是因为那个老夫妻跟那邻居真的是几十年的那种老街坊，就是你敢骗这种老街坊，那也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也真遇到难事儿了。对，也可能是真遇到。就感觉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为了诈骗装几十年，对吧？不可能为了装几十年，可以理解。也许不是装的，然后突然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想了一点方式。就这个事儿很神奇的。那前段时间那个杭州那个事情，什么事啊？杭州那个事情，
杭州的那个事情，就是小女孩失踪，然后被啊租客是吗？对，被租客带走了。啊奇怪哦，对，现在有很多奇怪的事情都在网上。对，哎，不还是有一个那个主要是一家的人一家几口出去旅游，只有那个外甥女回来了，剩下人都自杀的那个叫那个，那个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那个也不知道为什么自杀。对对对对还好我们挺正常的，不好说的。我们六个人里面有七个人不正常。你一个人就有七个人。对。说到奇葩的事情，转到哦，对，跑题了。诡异的事，你其实是奇葩的相亲，对吧？哎，对。对吧？对，你有什么奇葩的相亲？说来让我们高兴一下。哦、我记得，去年这个约会一个人，然后我们就见面，然后一起去爬山。爬山过程中就问我，哎，你要是。这个意外不小心怀孕了，你会怎么办？对吧？然后我说，现在我可能会，如果我没有经济条件，或者是这小孩子查出来有一些严重的疾病，那可能会考虑去做这个堕胎。他说，哎，你怎么能做堕胎呢？你这杀人呀！然后我说，这一开始只是西方的人家，对不对？然后他说，那你觉得生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我说我不知道，你告诉我。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怎么就知道我在杀人呢？然后他说你都没有让他们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去看这个世界。我说我要是养不起他，让他饿着，我说那我这个那也更不公平了吧，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然后他就非常的，他说他不是这个 religious， 但是我觉得 religious 就是他信仰有宗教信仰的，他不信这些。但我觉得他说的就特别极端。然后我说那比如说被强奸的女生呢，她也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吗？她说这是例外情况。总之，这个谈话就以不愉快而结束了。在谈话最后呢，她就跟我说：“哎，你这人真假？这个你去做志愿者，因为我是在一个孤儿残障孤儿院做志愿者，因为我看到了这些小儿童。”脑瘫的，他这个自己都无法支配喝水，也无法站立，也无法交流。我好像看到过这个机构。对，我觉得，而且爸妈都就生下来就抛弃了。我觉得你这样为什么？你有什么资格去怀孕把他生下来？然后他说你这人真假，就是你做这志愿者，但你这样你只想他们都死了。然后最后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然后就把我删了。然后其实。就挺那个，挺戏剧性的，但当时是让我觉得有点受伤，因为他怎么，我当时就觉得，哎，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怎么这么评价我？结果昨天我这个又跟他偶遇上了，北京这么大，对，然后我朋友因为他有一个这个 party， 然后他要离开北京，我们就去了一个地方，正好看见这个人了。不是共同的朋友，我跟另一朋友正好看见这个人了。哎，他说 B， 哎，你最近怎么样？就看到打了招呼嘛。我挺好的，然后就寒暄了一下。然后呢，我说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什么了，就是这种特别恶语的这些。他说，哎呀，是我这个很抱歉，当时对这样。然后他说，哎，我能不能再重新加一下你微信好友啊？我说这没必要了吧。然后这是我挺奇葩的一个。他能了解这个话题也挺奇葩的。我尝试总结一下，就是这个人，就是你那个奇葩的那个相亲对象，其实他是强烈的以价值观来判断别人，然后跟别人交往，他要大男子主义，就是他跟任何人，他比如说他跟女朋友或者是相亲对象的时候，他强烈的觉得这个人价值观一定要跟我一样，所以那我一定要抛出来一个我最在意的问题。考验他，如果他跟我一样，我们再继续交往下去；如果不一样 ，OK， 那你就是我的敌人，我跟你就无所谓什么。对。那最搞笑的说，你要不想要小孩，那你生下来给我，我来养，然后我不让你，就不让你再见到他。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觉得我不想要，我还想这个，我还想去怀九个月，然后给你呢？
是不是？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想是应该去心理医生吗？我觉得是不是之前有过这种经历，比如说他的女朋友受伤了。哎，这种行为在心理上算偏执狂吗？就是我一定要这样的价值观。上一把，这种人以后会有家暴倾向。对，我觉得会有危险，就是他会特别极端，会想到你这样想，你跟我不对，你跟我不一样，你就是错的，你就是邪恶的，是吧？我觉得他的认知都不是特别的正常，对，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去？好像问题、哎、这个点说的特别对，就是他不会根据场合根据什么的，是爬山的时候，对，然后我整个下山的时候好尴尬，好尴尬。你们俩是第一次见面？那不是，爬山已经是见了几次了、嗯、但他那是第一次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挺震惊的。而且他对这个问题还格外的在意，就是假如说他虽然是他有开玩笑的聊聊，还是就正常的人，就是比如说虽然可能会问你这个问题，但是就是哦你不喜欢，不喜欢 OK 我们聊别的，对吧？他仍然会继续追问，继续在责问你，我觉得这个就很，哎，到以前了吧，就是一个医生，然后原本我就是找了一个特别靠谱的一个渠道介绍的，然后当时我还在就是上一个课嘛，他去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他过来接我，然后呢我快下课了，我说你不用太早来，我大概什么时候下课，你今天出发，然后快到下课时间，我突然接到他一个电话，说那是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然后接到他一个电话，他说他出了点问题，车在三环上被人碰了，然后我就还挺紧张的，我说那你人没事吧？他说没事，然后现在处理这个纠纷，等我处理完了可能会晚一点，我说没关系，然后就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主动给他打电话，然后呢等他给我打，然后中间给他发过微信，就说怎么样啊，人没事吧，车都无所谓，可以修，人没事就行。然后呢他过了五个小时，哎不是一个小时之后给我发了个微信，说我今天就不去了吧，特别影响心情，最后给他赔了点钱，就这个事情虽然解决了，然后也没有别的问题，大家都没有问题，他也没有问题，我也没有问题，就类似于这样。我说那可以啊，我说那严不严重，就对方有没有讹你啊什么的，我觉得他讹我了，我给他赔了200块钱。然后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200块钱纠结了一下午，他还觉得自己被讹了。我说哦，那他可能是一个对钱比较在乎的人啊，或者是他，我也不太做好判断，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对这个事情觉得不正常。你如果是2000块钱、5000块钱这种的，我觉得算是被讹了。200块钱，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事情。然后这都不是最奇葩的部分，最奇葩的部分就是在后面。他说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心情见面了，我们再换个时间。我说可以啊，我也特别理解。然后呢就等着他约我，然后等到第二次大概过了一星期吧，他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就是我当时特别记得他那个结构啊，说话那个结构，他说上次我们没有约成，这次我们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吃饭了，我们去游泳吧，那个哪哪哪，好奇怪，第一次见面没有见过面的，好奇怪。然后接着还说哪哪哪公园有一个游泳场，在周六日是半价开放的，人均38，然后我们去游吧，你会游吗？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当时看了之后惊呆了，然后我跟我朋友说，我说来给你分享一个信息，我什么都没说，我给你分享一个信息，这个人是我即将要相亲的对象。然后我朋友说妈呀，槽点太多，吐不过来。第一就是这个很奇葩，这个很奇葩，就是奇葩，什么都不干，先去游泳，是要怎样？可能我发朋友圈，我以前很喜欢发朋友圈，就是各种拍照。第二，还告诉我很便宜，半价，38元一位，怎样？要 AA 吗？这个一个医生应该不差这点38吧？然后确实喜欢。还有一点是什么忘了？哇塞！我当时都，然后我就说，那我也不想回他，我也不想继续了。但是我要跟我朋友一个交代啊，所以我觉得不合适。这是我遇到最奇葩的那段时间啊，那段时间我们把这没有见，从此也没有再见过，也没有必要再见了。那段时间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一个笑话吧，就见谁都会给谁笑，就真的特别搞笑，特别搞笑。所以以至于之后我见的每个人，我说，哎，你对对我男朋友是什么看法？第一次见面，我说，那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然后就给他们讲这个故事，他们啊，你看，就是所有的人被
会受到第一段这种很奇妙的事情，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审视自己，我觉得自己有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有问题的是对方。我当时发现这个事情，我就在想，我是给了他什么不好的暗示吗？让他可能前两天赔了200出大洗。没有，这只是他人生的生活方式，他的哲学，他的哲学而已。跟你没有关系，对，跟你没有关系。你看现在你在审视的就没有，当时就会，而且你知道，就有一点啊，当时我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一看他的照片，我内心是拒绝的。但是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点特别好，要给自己机会，要给对方机会。就是那个时候我也是特别焦虑的一个阶段，我想结婚，那所以我就觉得不应该去这个不给自己机会，不给对方。哇塞，他嘴边长了一个大大的痣。就我现在这样可能有点主观哈，就说一下。啊，我当时内心非常拒绝，我觉得就是我接受不了啊，就是很难受啊，但是我都说服自己去接受了，结果还是这样一个状态，就以至于我后来不能看见他的照片，不能看见他的照片，就你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却得到那样一个是的一个反馈，是的，就是我就觉得。我相信他一定没有猥琐的想法，嗯，我也相信他是一个正常人。嗯，可以用。然后一本就觉得吐槽。就是你说我们中间，他是我朋友舅妈的家长，哦，还蛮有，非常的，就是有认识熟一点，对 对, 对，非常熟，就是北京，他也是北京人，北京孩子，北京孩子，啊，就是当时我就是说，为了避免自己被骗嘛。就是一定要是特别靠谱的渠道，嗯啊，他就说啊，这是我舅妈他们家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哎，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没再相过亲啊，我相亲的人不超过五个。对，相亲成件事情是，哎，我没想过，我没有，我现在以前我是排斥的，我觉得啊，现在接受了，对，现在我觉得是正常的，对，就是其实我想问就是，因为我。我妈现在已经开始想跟我介绍相亲了，但是这对我来说是个新事物嘛，就是我觉得新事物，相亲什么？相亲什么？对，我因为我去相亲，因为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就是我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我就是对相亲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妈给我介绍过两次相亲，我都去了，因为我的出发点就是抱着说认识个朋友嘛，对，就去了。然后我妈最后就是一直在追问我到底能不能成，我说哪儿那么快，见一次面就能不能成啊？然后我妈说这个就是因为也是别人给我妈介绍的那种，就是她说我得给人家一个回复嘛，就是能成。我说这还不得继续相处一下才知道能不能成吗？就是我现在不知道，就是相亲是一定就是抱着就是。能不能成？在他们眼里是。他们就是相一次就看着比够格的。他们脑海中已经脑补完了你们接下来生孩子，看孩子。是的。那所以其实我也比较好，那相亲的时候要跟对方就可能一两面之后就问要不要在一块儿啊？我觉得就肯定不啊。你一个想法是要什么？如果我见你只是因为我想。认识你而已，那你跟对方讲清楚。如果你就见就很想找一个，那你就可以问一下对方，我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就是这个目标，对吧？别我想找对象，你想找朋友，那咱俩在这干嘛呀？是的，是的，对，我就后来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可能双方的出发点就不一样，就是一开始就是明确一下会比较好。我的这个意见就是尽量给你钱。你有问吗？相位自信了，哎，怎么样？我就给你说，感受不好，你知道吗？知道，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比较尴尬。啊。哎，但如果不通过相亲这种方式，你觉得生活中有什么渠道或者有什么方式去开拓一下突然变成的这个情感问题？对，我刚才就是一直很有一个疑问，就是因为我有哥们儿，
他也是相亲嘛，然后但是我也问过他，就说你们家长哪儿来的那么多交际圈给你们介绍过来的？我真的就是我都没有，对我就是我家长有一些一起跳过操舞的。那我悄悄告诉你，现在有一种活动叫八分钟约会，就因为三十个男，三十个女，我没，但我有朋友去过，他说就是比如这个一桌三个人，然后八分钟就是互相聊天，然后就说。然后就快到家，但是你其实要跟每一个人都说，哎，你好，我是干什么的？对，就是因为目的特别，因为这种活动目的就特别明确，就是大家看看条件能不能匹配，能不能好。我参加过一次，哎，好啊，好玩。公司之前举办的，我们老板点单，我们吃单，老板挺关怀的呀。还有，特别好，是的。然后就是。就八分钟嘛，分钟还是八分钟，记得。这女孩儿呢，往这边一坐，从头问到尾，那啊，说什么？对不对？就像对哪的是感觉，哪的挣多少钱，做什么的？啊，对，你问点什么规划？你知道？好，你忙啊。那突然隐身，然后最后再往前来。但我会理解，我会更理解为就是说，这个女生可能就不是说我不认为就是她对你或者怎么样，或者我认为她只是一种技巧，我认为就是她只是不会懂得在语音沟通方面的技巧，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不应该问这些问题。那就八分钟呗。而且还是回到我刚刚问那个问题，其实就是目的呢，因为那姑娘就是很想结婚嘛。八分钟一定要达成自己想问的。啊，但是这样，就是慢慢儿。列个列表。对。就但是八分钟你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问就是很多硬性条件，但是假如说我随便这么一说啊，就八分钟假如说跟我相亲，假如我们一起聊一本小说，我会更认为更能促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对，我们八分钟什么也不聊，就聊一本小说。但是这种价值观太难契合了，在八分钟里，而且现在的好多结婚的目的就是条件很合适，其实我觉得就挺悲哀的，就是把自己当成商品那种感觉。嗯，对，包括那种八分钟活动就是这样。好像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件商品，八分钟想连一个课间都不到，课间十分钟的。但是现在也有别的呀，比如这种互动活动啊，就是去帮助你去找到跟对方的共同点。我觉得这种活动还可以试试去参加一下。人家有个 app， 你喜欢爬山，你喜欢爬山，参加一些组织。那你可能参加这种户外组织，大家都喜欢爬山，然后。走八个小时，20多公里，你就走一天，大家聊什么？那就我跟你聊个，就大家对，还可以认识一些朋友，我觉得彼此可能大家都爱出来玩。就要爱的好朋友，对，喜欢跳舞啊，就是跳舞，喜欢画画就学画画，就是找到一些，对，然后咱朋友的朋友，那这个机会就多了。朋友的朋友。从这个箱子，还是在一些兴趣班，爱好，比如说你喜欢跳舞啊，哦，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就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在成年，就是价值观基本完成之后，又产生了什么新的爱好？没有啊。什么？跳舞。只是爱好而已，并不代表我很厉害。之前有学过爵士。然后其实还想学学那个标本，但是最近没什么时间。以前就是只喜欢画画，但是近几年爱好变得稍微有多，可能是喜欢玩。其实我觉得爱好的开始反而就是在你成年之后开始思考这个事儿。有时候你说的那种不是爱好，那是天赋，就是打小就很喜欢的东西，那是天赋。对，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也是最近就是报了好多课，我也去上了舞蹈课，然后也去上了瑜伽课。这一块儿是我想在运动上找到一个能长此以往、强身健体的这么一个活动。我当时想的是。舞蹈，然后瑜伽、游泳，然后现在选的是瑜伽，因为舞蹈的话，我确实有点身体不协调，我想先通过瑜伽把自己练出来之后再去学，然后游泳的话，好在找到水质好的游泳馆，每次游完脸都会烂掉。因为也是那个水有瑜伽那个消毒的东西，就特别毁，然后
对，这是其中一部分。然后在其他的地方，其实我特别想去学个弹吉他或者学个调酒这种。嗯，就是其实是、okay. 是吧？但好贵啊。不不不，调酒调一点。我在抖音上关注了好多那个调酒的那个视频，嗯、我觉得特别就是有感觉。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财务自由之后能开一家花店加酒吧的结合。对，嗯，那我去有折扣吗？肯定的。对。就是其他人呢，有没有就是成年之后，基本你的世界观成型之后就有新的爱好？还有学了尤克里里。嗯，我最近也有在学。直接跳。什么？一个人玩吉他，尤克里里，就可玩吉他那个，小吉他的。女孩子弹的还挺好的。你们呢？我现在在探索，在探索。我想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以前被工作淹没了，嗯，我就没有任何的爱好。我现在就在。说你喜欢看书或者喜欢看电影，就可以加入这种看书小组或者看电影小组。对。对，我以前不喜欢，以前都自己看。小佳呢？我是这一年就是整个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疯狂的开始学各种东西，感觉打开了自己。就以前就我真的就觉得我因为我走的太一步一步的了，就是感觉好像就每一步都是在一个轨道上一样。然后就是我就是研究生毕业以后，然后我就进到了那个学校，就这个学校也是我五年级开始我开始那个有自己人生规划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就最想当的就是语文老师，因为我妈也是语文老师，然后我也特别想当一个语文老师，然后就很顺的，然后就去当了语文老师，觉得下一步就是结婚了，然后也是疯狂的，对我妈就是各种的，我爸然后什么的疯狂介绍这种相亲对象，但也都是在微信上聊啊聊就成网友的那种，然后对，然后结果中间有一个人，对，然后我就是在一起了短暂的两个月啊，然后两个月就分了，然后但这是我第一段恋爱，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恋爱，然后就第一段恋爱，然后就是感觉一下子好像有自我认知了，就是一下子就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自己开始去思考自己，就是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一些东西了，以前好像一直都在依附于规则而活，然后知道了这个点以后，再加上这个失恋的这种打击，然后就开始疯狂学各种东西，然后尝试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舞蹈，然后包括还有去街边卖唱，然后还有去酒吧唱歌，但都是活动啊，就是不就只是单次活动的那种，然后还有像学吉他，然后还二胡，然后还有反正就各种事情，然后去尝试完一遍以后，然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我觉得我现在觉得你说的那个尝试所有的，对，我也把我就有这么一个过程，而且是发掘自己的内心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那你呢？发现自己是在座的唯一。我之前想的是就是办这个活动，办这个活动对对对，而且是能坚持下来的，还能练自己浪费。我可能就是成年之后，产生的爱好不多，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小时候就爱打篮球，然后比如说我上大学开始，毕业之后开始玩桌游。玩很多很深度的策略类桌游，但是我觉得它只是我作为小时候下象棋的一个替代。我小时候很喜欢下象棋、下军棋、下国际象棋、下跳棋，下各种棋类。它因为我认为，我的真正的爱好是智力游戏，只不过我后来再找不到跟我一起玩象棋的人了，所以我改成了玩桌游。对，然后我能真正称得上是成年之后的爱好，可能是脱口秀、写段子。对对，去说开放麦，然后去讲脱口秀，对，这可以去给你捧场。可以啊，可以可以。对，这个是应该是成年之后，因为我对逻辑是就是那种荒谬的逻辑是蛮感兴趣的，因为我的段子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更多是想讽刺一种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荒谬，很无厘头，我就想讽刺他，写段子什么讽刺他，而不是说意思呗，就是。倒也不是那种，不是，倒不是说直面的直接批评他，我只是展示出来，就比如说，他的荒谬点是三，那我写个段子可能把他荒谬点拉到八，
这个样子，然后大家更能清楚的，对，让大家一开始可能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嗯，那我会想去观察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背后的很多在我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包括奇葩的相亲，包括什么突然的失联这些东西，我会把它就让大家感知到这个东西，像南方公园那种感觉，有一点是，就是那种很讽刺类喜剧，对，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爱好，就想解构这个世界，对。放大你也能看不清楚。对对对。你的脱口秀是我的那个一直的目标啊，就我之前去过一次那个北喜的那个脱口秀的培训，我觉得写段子好难，然后我就一直在观望啊。是宋启瑜的那个吗？他是当时是带他的那个师傅，是那个令狐冲，然后跟宋启瑜一块儿，然后我当时去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好难，然后我就觉得感觉这是一个长线努力的目标，就特别佩服你们这种能写段子的人。锻炼。对对。是那特火的什么什么橙子吗？什么？是那脱口秀吗？那个叫啥？那综艺节目？吐槽大会，脱口大会。啊，脱口大会。对那什么子啊？忘了。池子。橙子，程璐。哎，我也特喜欢橙子。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守旧保守的人，所以我其实很多东西小时候我倾向于认为我小时候都已经。深深的决定了，对。有一个特别喜欢尝试的一个新鲜东西，嗯，你越新鲜东西，我越喜欢去尝试啊，也可能会给我们我工作带来一些灵感。对，我觉得有场一件事情就对我改变特别大，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刚考上那个北大的一个那个光华管理的一个硕士，好厉害。对，然后就我们俩之前，你周围都是学的，都是学的，因为我们俩之前一块兼职，就在那个新方教语文嘛，就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兼职兼职，然后后来他就考到了这个，然后正好他刚考上那会儿，正好是我刚失恋的那会儿，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吃饭，然后呢，他当时就给我各方面的一些建议，就感觉改变了我好多东西，我就开始顺着他的那个说的去努力。然后后来他对我帮助真超大。然后有一天他就说他那个一个特别敬重的一个老师，是就是心理的一个叫李罗，就是开创了一个心理的一个体系的那么一个导师，说他要出本书，然后说现在要找人去写这个书，然后他就说愿不愿意去加入，我说愿意啊。然后当时我以为就是多找一个事儿嘛。然后我们写这个书是一周要有两次的开会，然后其实开会的性质就相当于那种心理咨询的那种性质，我就觉得心理这个东西真是太妙了，就是你会去反思你自己，然后包括你去听别人的案例，你去给别人去分析案例的时候，其实所有人的案例到最后都是聊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你会反思好多东西，你会发现哦，以前没有关注的那些东西原来一直都停留在你的脑海里，所以我就觉得开启一个心理门真的很重要，一个心理一个哲学这两个门东西如果你一旦接触，真的整个人都会不一样，现在掉本来会很探索。哎，你是在新东方教语文吗？没有，之前。我记得以前新东方在HR。哦，哇塞，那好厉害！哎，那你们公司在中关村那边是吧？对呀、啊。哦，我很近，我也在那边。啊，你也在那边？我在那边，对。我插一下，我这个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我也结束了。这个下午，这个整个的聊天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感谢你。不用。可以方便见个球，对，已经有过去了。拉进来就行。因为你是那个后来的，对。好，那我先走了。拜拜。我们现在聊了多久？两个半小时。哇，牛逼！没，手机也在录，以备万一有一个没电了。没准备。用锤子的，对，我是螺粉。你有一个没有遗憾。所以这个节目是你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余的一个尝试，对，然后也会去放在对。对，一开始别说，一开始我做这个节目也是出于一种遗憾。是锵锵三人行结束了之后的遗憾，就是前年九月份他不是被国家突然封掉了吗？然后不让做了，然后我就再也听不到那个节目了，然后我就一直。我有看你那个介绍。对，还有圆桌派，圆桌派，但是偶尔嘛，它不是长期的。但锵锵三人行，我是从大学开始一直在听，它后来没了之后，一开始我跟那个这
这个这块好 ，OK， 本期到这里。